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英伟达2012游戏群英会啊！我是二龙。嗯，大家好，我是来自3LC俱乐部的 KC。哎，终于这个浩能哥又回来了。最近感触蛮深的是吧？我看你又发这个论坛啊，有很多。作为一名19，你还没到19岁吧？18。啊？18岁？18岁应该啊，刚刚满18岁，刚刚出道的时候是17岁啊。你这家伙麦克没开吗？啊，已经开了啊，还好。很久没有看到你了，上个礼拜是我跟乔四，那这段时间据说你修炼的时间还是蛮长的。一直在 Dream 战队训练。Dream 战队训练，那就吃穿都在那边了，啊，吃住都在那边。对，啊，那应该说 F9L 和那个 LOTT 老大哥关照的不错啊，是蛮对我蛮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他们是一个虫族，一个神族，独缺一个人族，所以有 LOP 啊。LOP 这位选手最近貌似。这个成绩没有你那么好。没有 ，Love， 我的所有，我基本上很多套路都是他教的。都他教的。对 ，Love 很强。然后那个徒弟就是教出门，师傅就没饭吃了。也不能这么说啊，也不能这么说。主要 Love 运气不太好啊。非常欢迎啊，我们的浩南又再次回到我们的解说台。那今天呢有两场精彩的比赛，一场是 ZVP， 一场是 ZVT， 应该说很多都是观众们所关注的这两场比赛，因为他已经打到了我们16进8的第二天的一个比赛了。好的，那么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两组的对抗。第一场比赛是来自 W 俱乐部的 LOTT 对抗的是 Dream 俱乐部的 Courage 勇气，那就是。第二场是另外一场重头戏，来自 Dream 俱乐部的 F9L 对抗我们的人皇W 的 Lona。相信这个浩南应该说第二场比赛更关注一些吧。四个人都很熟，都很熟啊。最近应该说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都在一起。对，有没有建立起一些超友谊的关系？有点难度，有点难度啊，是因为你挤不进去吗？没有。是因为他们都在热恋中啊。好了，那么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论坛 bbs.pio.cn， 在我们直播互动讨论帖当中回帖，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手上的这个魔蝎金甲虫二，第二代，这个是一个比较价格比较亲民的一个鼠标，比较适合，好像我的手比较小，可能握的还不是特别的，对，我的手比较大，不能来，哇，你的手好大，是啊，我用一个手可以摸到整个键盘。是吗？是啊，这据说男人的手指跟其他一些地方是有点成反比的。你说的没有没有成正比，成正比。正比是跟鼻子有关的，据说是这样的，但是我是没有这么特别大研究，请观众们可以上论坛告诉我们你对于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好的，那么首先看一下今天第一场比赛的两位选手的个人资料。劳斯蒂神族啊，他的战绩也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集联赛两次他当了亚军啊。我依稀记得他在总决赛的时候是如何的失败的。今天是他的 PV 队，我们看一下 PV 的胜率，7胜6负，53.8%，总胜率是62.2%。PVT 72.7%，太猛了。是有点的，就是。然后勇气哥 ，Dream 俱乐部的 Courage， 虫族 PSTL 第二届比赛的 Dream 战队的成员，而且这位选手。当时在总决赛的时候力挽狂澜，大家都以为这个那一届应该是 IG 俱乐部获得的总冠军，但是在最最关键的时刻啊，勇气哥力挽狂澜把比分扳成了平局，然后最后由 LOTT 完成一个绝杀。对，他是坐在了西瓜。对，坐在西瓜。当时谁都不看好 ZVZ 西瓜，就说 IG 俱乐部离最后总冠军只剩下一步之遥的，却被我们的勇气哥所终结。在我们 PSTL 舞台上面，总战绩还不是最好，不过没有关系，相信以他的这个身手，相信以后这条道路会越走越顺畅的。对，好的，那么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是一场 PVZ， 我们看一下官方博彩。刚才我看了一下论坛，不是论坛了，是我们的 BET.PO.CN。劳斯蒂的赔率是1赔1.2，勇气哥的赔率是1赔4.7啊。看来 PO 的很多观众还是以名气来定这个下注的。16进8 LOTT 最近你们是一起在一起啊？对，他的 PVZ 和勇气哥的 ZVP， 你个人觉得，就是现在我们赔率上面反映出还是一边倒的人？4-6吧，我觉得。4-6，对，4-6就要占了一点点劣势，因为他比赛打的少啊，而且算应该是一个新人，我觉得是的。而且今天我们 PO 的这个
编辑吧，或者说预测地吧，也是预测今天是2-0，那是否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们一起看一下今天晚上勇气哥的表现。好了，选手已经是准备就绪了，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场大战，加油加油。那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第一场大战，红色的虫族是来自 Dream 俱乐部的 Courage 勇气，7点钟位置蓝色的神族是来自 W 俱乐部的 Love CD 盖蒂。最近国内选手也是群情激昂啊，对啊，变得比较的勤快。我们希望以后的在世界大赛上面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那最近这个浩南哥，未来一段时间当中，现在4月份了嘛，那个有没有国际大赛跟我们透露一下 ？NGF 啊，对 ，NGF 国际大赛要邀请很多大牌，而且这些大牌说出来要吓死他们，吓死他们。所以为了他们的生命安全，我觉得还是暂时保密一样。其他的还有我现在想到的有那个国家杯啊，国家杯，暴雪的国家杯，哦，没收到消息吗？我听说暴雪要搞比赛，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国家杯很犀利的一个比赛，就是传说中准备取代 WCG 的，比赛，就是暴雪嘉年华的加强版。还有咱们4月份级联赛也对已经开始报名了，所以如果您想一试身手的话，可以去级联赛拼一枪，看一下那新闻，报名啊！我正在考虑我要不要报名。报啊！我去打个酱油。对啊，给对手加个油。主要是我上次报名参加级联赛的时候，干掉了那个斯雷利亚，不是斯雷利亚，那个苏克，他。在那一届级联赛当中拿到了魔兽争霸3的总冠军，哦，就是当时他报了星际争霸2，两个项目都报了，星际争霸2就是被我干掉的。苏克，苏克，有这个人吗？有，韩国人。尼克吧？不是尼克，什么 S soccer？ 哎 ，soccer。我说我打过三，也算打了1年半载了。你觉得我发音不标准吗？蛮标准的，是我英语学的不太好。那届级联赛就被我干掉的。我记得龙哥第一届好像16强。对，16强，很有实力。好，Dream战队网络有点，因为我在Dream战队训练了一段时间，他们晚上一般我们晚上都是就是约人练了，就是很少再去打天梯了，因为晚上会比较卡，他们晚上网络不是太好。不过我觉得打个国服应该问题不是很大。这边 CD 两边都放一个水晶，对，这样的话不给对手活路嘛。因为他可以去开选择开3矿，对吧？因为你封我2矿，对不对？反正你浪费一根水晶，我直接3开了，对吧？好，但是我把你3矿也点上水晶，你就只能单矿开局，然后这边再放第二个。是这样的话，虫族的经济来说还是比较伤的，因为它会卡钱，你看，它会卡很多钱，对，会淤钱，对。那神族要前期损失2个水晶，算下来是合算的吗？不亏啊，也就是说他开2矿很损很。对啊，很爽。你看2矿，肯定神族要快很多。你看这个进度条，要快大概1/4，要快差不多1/3。这倒是不错。而且神族还可以用星空加速补农民嘛，因为计算过的话，如果星空加速和虫卵就是女王虫卵拼的话，1分钟的话就是好像补多少个农民，1分钟也不知道，几分钟我不太记得，就很长时间才会比，就是虫族会超过神族一个农民。因为星空加速基本是可以跟虫卵媲美的补充的。好，又来封这个3矿。那也就是说 CD 从一开始就想好战术了，就不让你3开。不过勇气应该也是也知道的话，他也没打算3开。如果他打算3开，他气不会下这么早的。是的，不过话说回来，他知道自己3开不了，所以才那么早造7矿。对，所以他知道被干扰了，所以他也不会那么快3开。是的。现在农民说了，我们看一下。神族27个，虫族是25个，现在26个农民。那我个人觉得，劳斯基这么强烈的补了3个水晶来阻止虫族3开局的话，他接下去的开局应该是会比较针对虫族的。对，我盖蒂现在 PVZ 确实也很猛啊，在两个中国的大赛上都是把 F91 打得有点痛不欲生。是的，911今天也会登场，今天看911跟我们的罗娜。究竟谁胜谁负？关键是16强，淘汰赛。对，而且好像还有人要打日本人。是，淘汰赛太残酷了，这罗娜跟九幺只能进一个了。对，太有意思。
黄埔农民，那这样的话自己的科技也比较慢啊。我们再看一下进度条，重组现在提准备提狗速，然后神都这边是农民补的非常的舒服，主要看他会不会用一个两攻 blink 压制。最近盖蒂用这套战术，我觉得用的还是蛮多的。我看他打的时候，两攻 blink 的话应该放维西了，维亚那不会，那不会。确实啊，重组感觉现在7分16秒，重组发展很慢啊，感觉。现在还不好判断神族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打法。嗯，因为他，哦，开了最后两个气。其实30秒左右开两个气还算，还算合理，还算合理，比较合理，没什么特别大的非经济的。现在五兵，四兵一 VR。哇，重组快8分钟了，三矿才这么，还也没好。一攻和。一攻和星门基本是同时开的，但是他是不可能会压的，因为他没有任何要压的一个征兆性。好，哎，幻象，我还幻象，但是他没哨兵啊。先刷一个哨兵。那你先刷哨兵的话，能量积累会比较慢。我还 VC， 盖蒂打得太有点稳啊。是啊，我还以为他会比较针对重组三开晚的。来打一个前中期一个压制，一攻一防，那可能直接开三矿了。嗯，他不会压了，他直接开三矿你。那前期到底这样的话五五开嘛？这、哦、你又不压我，我前期亏一点，但是你不压我，我可以把农民补上来，经济还是五五开。现在不好说谁优势谁劣。你说的就五五开，我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对，就是、全部都平衡了。确实现在五五开嘛、嗯，这是一个正常的运营流程，你看差不多。嗯，重组但是重组下一轮重软看见神都这个样子，你看。没有给 BF 加速，那肯定你不是一个、啊、你不是要一个速攻防打我一波的。是，那么我是重组，我就补一波农民。我肯定会补一波农民下。好，果然是补了7个农民、嗯。主要看重组二本会解锁什么建筑。嗯，好，要做蟑螂。啊，补农民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句，我发誓这是我补的最后一波农民，实在不能再偷了。我们看一下农民数量，重组已经66农民，已经差不多了。三块满分运作还不够你臭屁的，可以补到75个农民左右。75个，对，偷一点没事的。现在神都还不会打，我觉得多补个基地啊，多补个基地。他会多补一个基地，要不是他在一个爆发期以内，他的钱花不完。如果这个爆发期以就经济爆发期的时候，你没有把兵爆出来，很可能被神都捅一波。是的，现在刚刚升完埋地，这样的话盖蒂好像三矿开，他要不要开三矿？三矿我觉得要现在开有点慢了。是啊，十分半才开的三矿，他一直都在憋不朽。哎呦，好，这只狗溜得很精髓。好，看见你的 VC 在亮，麻烦。看见 VC 在亮，可以看到一点，肯定你没有，你提速没有好，是你的 blink 没好，你 blink 没好就不会打我的。对。哦，这个确实这个细节不错，在这边藏就是埋地了一对狗，牛逼不跟来说，你什么时候出门，我这对狗就在你家里就是一个隐患。比如还放了一个，还放了一个假的。这叮当啊！盖蒂没有发现吗？没发现，关键是现在三矿又很犹豫。转飞龙。这样的话，我觉得神族可能要被枪击惨了。还在造叮当啊！哎呦，这水晶点下之后，几个好多建筑，至少两个，三个 ，VC 也没了。哎呦，又埋地。哎呦 ，blink 已经停了，这个很伤啊！而且现在虫族开神，现在神族很难开三矿，我觉得他应该两矿憋一波打了嘛，还要开三矿，12分钟，而且还被牵制的很惨。你看现在这个人口，嗯。差50人口，已经差50人口，而且现在虫族，看飞龙塔已经造了一半了。等一会儿，你看现在虫族余了1000多起，是。等飞龙塔好的时候，我预计第一时间会有14到15条飞龙，最少。嗯。CD 今天这套战术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现在的话，两边想包夹，哎呦，好，有点小麻烦。换点哨兵也可以。打哨兵点，还有两个地堡做掩护。先点哨兵。哎呦，但是这边没协同好了。哎，无所谓。现在虫族换得起。对啊，现在虫族。我是刚才又接下来一波操作失误了。感觉现在还是盖地亏，真的亏大了，亏大了。他的兵都被换掉了，是啊、而且 blink 没好，你的追猎没什么操作哦，刚好。也亏啊，换了一波，主要是。不知道盖蒂能不能预判到对手下一波有飞龙，如果他不知道对手有飞龙的话，可能会被转一波飞龙打得有点伤。现在飞龙打好了，为什么不做？他还没开始补，他觉得再补波蟑螂，再跟你换一些兵。我觉得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哎呦，又被钻进去了！哎呀，又被无职的老太。好，不，这次盖蒂细节做好了，在主矿有个叮当，这不会被埋地打双线打得太惨。这边的话，勇气
操作出了很多问题啊，是这个他应该是直接把兵按过来了，对对，然后打一个双线，自己的双线又没有跟上对手的节奏，好，开中间做飞刀了。不过现在神族打进攻性压制，我觉得现在虫族有点怕，必须要把飞龙拖出来。好，神族不过也不能冒进，因为他追猎数量我觉得是不够的。第一时间看这边有十五条飞龙，如果配合小狗来把这些追猎硬换掉，绝对打得过神族，绝对是兵败如山倒。所以说神族现在还是回家憋吧。好，又绕了过去。刚才勇气第一时间不出飞龙，他可能是想再出一波小狗加蟑螂，把你的狙猎再换掉一点，然后再出一波飞龙。不过我觉得没必要，应该直接做一波飞龙。他当时操作也失误了。我觉得当时的一波飞龙的牵制性要比绝对要比一波地面部队牵制力要强很多很多。好，又开出了一片矿。好，四矿。CD 不管怎么说，反正打到现在，真的感觉有点畏手畏脚的感觉，比较稳，打的确实蛮稳的，美其名曰稳吧。好，看看这波飞龙能不能赚到什么。貌似有机会，不过主矿没什么农民。好，兵没钱了，兵营都停止，不可能，最多有两个追猎，不可能再刷出来了。好，看见这个很重要，看见威逼很重要。嗯，我知道你做巨象就好办。我强点吗？好，能不能抽个巨象？算了，追猎有点多，追猎有点多。好，打双线，打双线，三矿有一波地面部队。哇，这边毒客盖地，盖地细节做的也是不错。是，哎呦，这一波围杀。好，飞龙。飞龙，好，那这波部队神族回不去。哎呀，三个不朽，两个哨兵，这大伤啊！这果然机动性快、啊。主要这不朽死掉，实在是有点是让人有点不能接受。两个不朽，还有绝对就是不朽不能放过的。这留他一条活路算什么意思？还不如点了死一条飞龙啊！是啊，好，看一下农民数量发展到现在为止，神族是63个农民，好，就是龙族补到90个农民，对，差不多90个农民，别再补了，再补就有点危险。嗯，他没有发誓。那一波是真的，他最后一波补农民的。好，这波农民就惨了，哎呀！哦呦 ，CD 的都在外面部队 ，CD 要怒打一波了。好了，美式兵又换家了，这 CD 要做莽夫了，没办法，只能硬捅了，只能做莽夫了。只要两攻一防的追猎，家里面是一片狼藉。哎呦，这是二矿。我们看一下虫族的攻防吧，看一下虫族地面攻防，飞龙肯定是一攻。哎呀，没攻防哥哥，有地堡，然后上面190，赶紧过来，忍辱偷生，把三矿送了吧。对对对，可以，忍辱偷生，挡得住，忍辱偷生。现在不忍辱偷生，如果去墙上，我觉得就可能跪掉。好了，忍辱偷生啊，忍辱偷生，做宅男。多时间，好了，飞龙回防，200人口打你130人口，你们看部队价值5000比5400，其实还差不多。只要不主要是。虫族竟然部队没有攻防，让我有点一攻一攻不敢相信。刚刚正好一攻，哎呀，这波其实是虫族有优势的，神族失误啊，操作的。巨象数量太少了，而且哨兵怎么在这个地方啊，哥哥？全部送掉。现在飞龙无敌了，完了，这波太惨了，我觉得这波基本上已经奠定胜局了。现在171人口比85人口。好，这波飞龙直接往主矿绕。这波哨兵这波哨兵无所谓了，我不理他。出来的吗？很危险啊。这哨兵怎么很贵的？打起来才来啊，很贵的。这，哎呀，不给机会了，他也要做莽夫。好，先把巨象秒了。好，第一时间点巨象。好，小狗全部近身，做一下肉盾。好，跟他换。哇，后面源源不断。跟他换，就小狗去上面做肉盾。CD 感觉有点撑不住了。好，这波怎么换都是虫族优势，跟他换，后面无限接提速狗就行了。好。CD 有没有办法在野外？你看这个人口对比已经重组领先一倍了，但现在 College 唯一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细节没做好，就是他四矿没开气啊，没开气啊，对，因为打到大后期重组是非常缺气的。嗯，你看现在他这个气体和金钱的一个比例有点不协调。我算了一下，大后期要有10个气矿，加上原先那两个快没气的，最少也有8个气。对，最少8个气，那10个气矿才能满足你真正大后期爆你的三本科技的兵。再开一片矿吧。现在虫族只要把气体积累上来就赢了，又开了一片矿，嗯，积累一下气体。我觉得这片矿没必要开那边，直接可以开两翼扩张嘛。他开到12点钟，对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有两个气矿，那边只有一个啊。因为虫族现在不是很缺钱，但是他很缺气。是，不过这是高能瓦斯，差不多。CD 唯一的一个欣慰的地方就是他的攻防三攻一防，不过他的部队实在太少了。你再看部队价值2300比3300，人口上面两边差了50多人口，好，怂一下。这件地堡埋过来呢，应该现在把地堡爬到地图中间了，啊，然后军缆铺出去，最好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现在 CD 不可能开出四矿。CD 要想赢的话，就只有逼200人口高帅富，然后出去第一波一定要操作好，干掉对手。主要是因为盖蒂把200人口的那个把他把自己三矿经济的一个爆发期兵力送掉以后，他再想憋出来一个200人口有点难度，真的有点难。而且他如果憋出来下一个200人口，虫族会用自己的经济把对手打垮的。现在只能憋高帅富啊，然后出期盼着对决的时候可以出现奇迹，可以秒杀完爆对手。勇气今天操作上面也是略有一些小失误的，看能不能抓住细节。这场比赛如果能翻盘的话，也会是成为一场经典的翻盘之战。116人口比173人口，我们再看一下农民数了。每次数虫族农民都特别爽，现在是84个农民，神族是53个农民。什么时候能开出四矿？虫族可以再补点，补到90拉屎啊！只要不给神族开出四矿，基本上已经是9、现在虫现在神族也不敢出门开四矿。他这波部队出门就被包，对，现在才137人口啊，还没到我们传说中的150人口呢。哎呦，毒爆虫到这了，什么情况？要换了，他知道对手要怒憋一波嘛，所以他就用经济给你换嘛。我到处满地。对啊，造个毒爆虫给你换，大不了我再升个空投，然后不升空投的话，我造一个感染虫塔也可以跟你换，怎么都可以换。其实现在虫族打屁的话，一般都是什么龙狗换家，然后转感染，然后感染再转播飞龙，飞龙再转播感染，就是一直跟你耗。直接就不出去，现在补到现在才149人口。好，果然在这边拉屎了。好，这波打不过，这点追力还不够看，这波追力打不过的。哎呦，勇气很聪明，他就是用我飞龙以多打少来吃你一点点追力。虫族的这种龙狗换家，说白了就是一点，就是你合兵我分兵，你分兵我合兵。对，然后你分的兵，就像因为我虫族机动性好，我合兵肯定比你分兵快。然后我分兵也比你分兵快，合兵也比你合兵快，所以他怎么换，他经常打到一个优势的局面，就是你发现，虽说他这种单体部队都是有高质量的，但是你会发现他合兵跟不上你，然后你就换总是沾光。幸好啊，神族这追猎还能跳跃，增加了一点机动性。哎呦，这边看上去要在这儿开四矿，现在是153人口。这虫族可不能两翼防守啊！他这个两翼防守，我觉得要糟。好做宅男，不够宅啊！不过虫族部队还没有，换家了，估计换了。忍辱偷生，送他一边矿。好了吧，看谁拆得快了。这肯定虫族拆得快，这时候。然后这波狗不要去三矿，直接去二矿，然后去拆水晶，把他出兵后面的 BG 的后援给打。好了吧，现在拆线队，看谁拆得快了。农民现在跑出去，他已经跑出去了。外面有建筑，这是 CD 唯一值得欣慰的。现在神族也只能怒打了，没办法。要不把这个拆干净啊？但是现在勇气有一个失误，就是你看他余了这么多钱，他应该刚才做管子啊，做宅男。对，他现在人口还死不完。对啊，他插了20个地堡，然后再插20个地堡就赢了。好，这边有一片矿，这样的话换下来。打到一个换家的局面，不过盖蒂还是很危险。这边只有五个地堡，但是盖蒂现在好像已经没什么出兵建筑，而且人口还红掉了。哎呀，这波农民要糟！这波农民摁一下 H 键就爽了。好，小心，摁一下立场，还有一个哨兵，我看到了，还有一个立场，好的立场，保全了他，把自己农民给卡住了，保住，有不少那农民。好，三矿，赶紧做地堡，什么都别想。对，下。把所有钱全做成地堡，你这时候不可能做别的了。是，这时候只能做一个静态防守。现在飞龙的机动性很快啊，他在这里。大家现在已经都断矿了，你看，勇气也没钱了。哎呦，这盘有点纠结啊。这里有。盖蒂飞龙过去了。哎呀，这是最后一个资源点。造地堡也来。神族没有400块钱，赶紧把 BY 退掉啊，哥哥。这是你最后的叫退 BY。退，守一个建筑。因为你还有400块钱，对手已经没400块钱了，你要明白这一点。退。退了这盘你就有希望。哎呀，没希望了，没退，他可能在操作前线呢。但是那么多管你怎么插呀？怎么冲啊？冲不掉了。不是，现在虫族唯一的一个优势就是他可以远程采矿。对啊，远程采矿我迟早能够300块钱，对不对 ？CD， 你 CD 曾经干过一件事情，靠农民绝地翻盘。不是，那打人族可以。飞龙干嘛？他觉得可以打赢。看一下，不一定，真不一定。两光飞龙有机会，有机会。两个飞龙就这么强，赢了，打赢了，赢了，果然是机器啊！机器，恭喜我们的勇气先下一城。拉乌斯基可以2-0轻松拿下勇气哥的时候，勇气说 ：“No 啊，这场比赛 PVZ 啊，我觉得前期的那三个水晶影响虫族开
三矿开局、嗯、这个倒是给人一点点小小的新意。对，但是貌似中期的发展 LOVCT 既不是两矿的全力暴兵，也不是速开三矿。嗯，可能我最近没有跟上主流的一个战术，我是没看太懂。嗯，我们看看观众们是否有什么自己的一道。我觉得盖蒂好像没有什么，他没有一个坚决的战术执行，因为他如果运营的话，他三矿开的又不够快，嗯，又要压制对手，也没有压制的，也没有什么压制，就是站住中间瞭望塔，这不算压制的。是，貌似现在星际争霸二都比较喜欢走那种极限或者说钢丝的，对，啊，能花最大的，要么就是科技最大化，要么就是经济最大化，是吧？要么就是暴兵最大化。嗯，今天 CD 确实从。除了那三个水晶算是一个主动性之外，后面基本上全部都是被动、嗯、都是瘦，对，都是瘦、啊、那反观勇气哥啊，除了一点点小小操作上面有点小瑕疵之外啊、嗯、包括后期的运营和最后的那波飞龙对决，包括互拆时候的沉着冷静，还是值得表扬的。嗯，现在第二场比赛的地图是由 LOVCT 选择的，是安提加新港。嗯，问一下选手是否已经准备就绪了。那大家收看直播的观众不要忘记上我们的论坛 bbs.pl.cn， 在直播互动讨论帖当中发表您对于比赛的看法，我们主持人会跟您一起读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呢还有机会可以抽取获得我们手上的这个金甲虫二鼠标。询问一下选手是否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好，看一下论坛吧，趁选手准备的时候。第二局希望大后期啊，这场第一局还不够大后期的，我觉得已经算打到一个很错综复杂的一个局面了，是不是？现在看不太清楚，高手同一水平对决的时候都要打到这种互拆的局面，特别是 ZVP 这个啊，主流就是互拆嘛，差不多，是吧？对于虫族来说，主流思想就是神族的话就是憋，虫族的话就是尽量跟他换，实在换不过就只能做宅男。好的，劳斯蒂已经打出了够，看勇气是否已经准备就绪了。今天博彩勇气哥可是一赔四点几的一个赔率啊，今天很有可能引发矿难。是的，好，选手准备就绪了，我们进入第二场比赛吧，加油，加油。我们星际争霸二项目十六进八的第二场比赛，嗯，红色的神族是来自 W 俱乐部的劳斯蒂。蓝色的虫族是有可能今天爆冷门的来自军俱乐部的勇气 Courage。 像幻家的话一般、嗯、在你看来哪些地图会比较的适合幻家、嗯、贝尔什海岸、啊、幻家海岸、啊、你说这张已经被天机驱动的地图吗？对啊，贝尔什海岸嘛，没进过天梯吧。啊，就那个，就 GSL 那个冬季版的对上来的，那个很适合幻家。然后我觉得破晓也蛮适合幻家的，就刚才那张地图。破晓是新进的一张天线地图，对。然后是全球各大战网上面投票，观众投票投出来最受欢迎的一张地图。是，破晓黎明。现在的这张地图安提亚新港很受人族欢迎，因为这是唯一为数不多的人族很有优势的地方，确实蛮有优势的，我承认。特别是 TVZ 只要站住中间的瞭望塔基本赢一半了。尽管是把 黄金矿换成了平矿、嗯、但是确实这里一站其实行星要再一放，这边是瞭望塔。其实现在把黄金矿 换成平矿对人族来说是好事啊，因为矿罗已经修改过了嘛、哦、现在的话神族开黄金矿最猛。哦，人族已经不是最猛的，人族跟虫族现在开黄金矿是一样的，因为以前人族开黄金矿猛是因为那个矿罗有点确实有点 bug 开黄金矿，然后这个消过以后我觉得无所谓了，黄金矿不黄金矿反正大家都一样。嗯，好，要去开三矿了，但是这边这次你来不及了吧，干扰不到了，这次来不及了。 CD MOS 现在遏制他是不是很怕虫族三开啊？哎呀，有钱的呀，不知道什么情况，当时是有钱的呀，可能手一抖，我有那道是假的？你要这样的话，你逼我开这片分矿了。你开这片矿，我觉得有点危险，还是算了。那边矿太容易被压制了，而且还有一个高地，我在那边弄哨兵，在那边隔你农民，你也受不了。哦，那哎呀，得赶紧补地堡。我还是能守住，没问题的，没问题。
当时概率别太投。嗯，而且第一时间也不会去队友家。你说实话，六条狗的话有机会啊，真的。不过他不会第一时间去队友家的，因为他这样去队友家的话，他永远开不出来，开不出来矿。四十秒的话，绝对 OK 的。然后盖蒂可以再补个 BG， 现在下 BG。哎，盖蒂如果是这么赌的话，当时第一时间过来，狗是来得及的，至少可以钻进去。然后再下一根水晶，该下水晶，水晶。然后补在这里。也不打这片。那个勇气，这个我身为虫族，我觉得前期经济很蛮受影响。嗯，是很受影响。勇气有没有？哎，哎，没。能进去两条，我觉得。啊，三条，最多三条，不可能进去四条。今天怎么回事、啊？三条无所谓，可以，三条还可以，没提速的狗可以的。那也不爽啊！不爽没办法。差，我就差的差别蛮大的。你看勇气这三条狗能不能先起风浪？好跑啊、对，不跟你一般来。这也满山经济的，说不过这如果是拉 TT 的农民就不一样了。这我见他那次用这个他围杀的那个小狗，就穿矿围小狗，他能去穿黄金矿围小狗，他不穿那片矿，他也不穿二矿，他直接穿那边围小狗。那我小狗不钻到你对那可以。其实现在勇气这个做就很聪明，因为他小狗没提速嘛，你想农民很有可能被自己打死，你还不如这三条狗这边 shift 的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他肯定要用农民去追着你的。对，哎，还死了个农民，死了一个，刚才大家三个打的，刚才三打三，好，又要来。这样还是蛮伤的，而且主要是我看见你气矿了，我看见你什么时候开的气，开几个气，你踩没踩我都知道，你踩了多少气我一算我就知道了。CD今天不在状态呀、刚才完全有机会可以守住的，而且他这个建筑学，哎呦，这次貌似想要，哎呀，两块一波了吗？卡人口了，哥哥，卡人吗？哦，卡人口了，卡了蛮久了，而且还在给星空加速，刚才给农民有点伤，有点伤，前期卡了最少有三个农民吧，这样的话。而且还被打死一个农民，这样的话我觉得影讯前期现在已经很赚了，本来伤害有点劣势的，现在很赚了，我觉得那完全是 CD 自己没做好。好的，这 shift 的六，现在关键是不能让围一下吧，你拉一下农民围这个狗吧，不能让又要死一个农民，死了肯定死，哎呦，又死了一个，好亏啊，不能让勇气知道自己是两矿一波。哦，不过貌似星空加速又不给 US 机关，还不好说的到底要干嘛，攻防也有可能。哎呀，这个失误啊！他刚才急一点是卡到这，卡到这个地堡里面，卡在这里，所以很尴尬。今天状态估计不太好，特别弱。我觉得有点虚。哇，虫族这边农民补的锅满盆满啊！现在虫族来说，运营没有受到一点点干扰。44个农民想补多少补多少，是，而且短时间里面神族你也不会出来。好，要出来了。咋了？他还没拆星空门呢。现在几个？四个兵营对吧？你才四个兵营，你能出多少兵？你至少得这第五、第六个兵营，星空门开了之后，你才算爆兵吧。这段时间当中，盖地这波进攻就是你没有狗速嘛，我这边也死不了。二是我出门，你必须补狗。对，你看现在农民数量差不多的。所以的话，这波进攻可以导致虫族有很多虫卵是没法补农民的。如果这波不往外打。虫族现在肯定在补农民，他看你不出门，我如果是一个虫族，我不可能补。而且盖地后面直接接了一个5BG， 也不知道4BG，然后反打一波，正好一攻好了，这还是有机会的，因为狗速也差不多，不过还不好。补了20多条狗啊，现在还不好。哎呀，水晶没造钱，那这波就结束了。我觉得造起来也没用，二十多条狗呢。水晶如果能造起来，我觉得有机会。这波没有蟑螂不好放，因为是有一攻的叉子的。还有蟑螂吗？我们看一下。没有蟑螂，连蟑螂塔都没有。有蟑螂塔有，不过他没做蟑螂。他会做。这波还反了，这波拉着我觉得还是神族有点小亏，是啊，有点亏，真的有点亏。20多只速狗，真的你不千万不要小看只速狗，有点亏啊。主要是你这波兵一送，你下一波兵何时能来啊？现在开始补农民，十个农民，后面所有虫，现在可以补三轮农民，就三轮虫卵全部补农民，什么都别想，你可以现在下个 YS 或者下个感染塔都可以。开玩笑，你开四矿都没人阻止你。哎，看见这个水晶了，好，这个细节也不错，看到水晶分几条狗去咬一下，不要让这个水晶一会儿有什么后患。是，这样的话，盖地后面又会怎么选择，我也不好说。六兵营。盖地今天打法有点。哦，他的攻防倒是一直蛮快的，现在看一下，一攻马上就一攻一防了。这攻防也是一个正常的攻防吧？没开三矿。好，看见反而放一条小狗，看见没开三矿就好。
这样的话，盖蒂又做了 VR， 可能是怕对手埋地，这也很正常。但是的话，他不下 VC， 我就觉得有点不正常。他肯定想开三矿啊。他这种部队，我觉得开三矿不下 VC 会被这种什么飞龙牵制到死的。而且，这个地图虫族虽说好人神族好开三矿是好开三矿，但是你要建立在有闪光之队的前提下了。你没有闪光之队想开这个三矿，好看看盖蒂防哎。有没有封死？我觉得封死了，封死了，封死了。啊，建筑封死啊，封死还好，建筑封死，好还好还好。有一个地堡就行。哎，别穿脚呀！我现在刷两个叉子，你不就要走了吗？他想逼队友刷个兵，我觉得这是他唯一的想法。啊、今天 CJ 貌似打的有点像拿不出 T 一样。好，下上三矿高地，上三矿高地啊！你这么多哨兵上三矿高地，他上不来的。哎呀，何必啊？他刚才如果能封在这里的话，可能会很弱。打得聪明一点，如果打刚才如果智商碾压对手的话，直接上三矿。哎，完了！看见这个的话，我觉得盖蒂应该回家了，不应该压了。别乱来了，后面还有。别乱来，如果包你一波。哎呦，但是看到这个虚空冷静就知道。好，冷静，打双线，冷静打双线。他刚才造了威亚，赶紧出一个叮当过来啊！哎呀，完了，这波兵要造起来。好，包，完了，后面还有一堆十字堡，直接三线包夹 ，nice。肯定全是用崩盘。我觉得今天要发生矿难了。矿难了，就是一赔一配置啊。现在一赔4.7，也不知道死了。现在的话，我觉得神族有点劣势。你别看这波能插到东西，我觉得还是劣势。神族如果开出三矿的话，这个时候开三矿的话，开不出来。你现在能把三矿点下去可以，我下一波兵你这个三矿还要退。是。而且你现在这波兵还不好跑，这蟑螂是有速度的。哎，别打水晶，去前面把哨兵都点了。农民数量挺好，杀到现在已经杀了几个？只杀了7个农民，只杀了7个，无所谓，真无所谓。这个飞龙塔是不可能掉的。这样的话，盖蒂有点亏啊！虫族人口已经领先一倍了，我的天啊！我觉得还当时应该还是应该强开三矿，不开三矿没一点机会的。好，现在下 VC， 现在下 VC， 那我觉得自暴自弃了。哇，今天 CD 竟然爆了这么一个人呗，自暴自弃了。哎呀，今天真的感觉是拿不起打的一样，有兵就往外冲。完了，这波有点凶，这边有点凶。完了，两个不朽者，看哨兵力量。后面所有虫卵爆狗就行了，没能量，能量不多，能量都不够，最多他可以放6把立场，我觉得这5把立场已经是极限了。哎、完了，还好立场，还好有立场。有叮当你还不出啊？李安呢？还在出？他刚才有叮当，他叮当在往回飞，我看到了。他一直在出不朽者，叮当那么多蟑螂不能出去啊！别上啊！你还想去打对手？他不干你就是好的了。他本来就是，哎，为什么要下来啊？人家本来就要跟你换兵。哎、这样的话，有点尴尬。这不仅仅是尴尬，可能他今天状态不好。虫族耗得起啊，就是要给你换兵。哎，虫族无所谓的。好，哨兵点掉，他还强点哨兵了。哎，点下。哨兵点光，三矿没放下去，你这怎么办？神族现在做两攻追猎，主矿快枯了。好，16分钟两攻追猎出门。再看一下我们的 A 舰部队价值，现在看。哎，虫族没兵。虫族还没开始补兵，但是你正好是出一个飞龙这个脆弱的尴尬期，能不能一波捅死啊？就看你的了。有管子。管子宅男才刚开始，我要宅刚开始撩起来而已啊，还没有水晶，后续我觉得还是可以打的。我另一个快好了，我另一个好了，哎、有打上两个马上两个有戏有戏，真的有戏，能不能不捅死这？有那么多个，能不能不捅死他？这我觉得现在上高地上面，然后再做两个哨兵一卡，然后这个三矿稳掉，对，然后自己再开个三矿，我觉得就是优势。哪怕两矿打你两矿，我也 OK 啊，我也接受啊。关键能不能有哨兵？哎呀，水晶没做了，好看的操作，闪烁如何？哎呀，虫族这边被打伤了，绝对伤。我看见那个兵力已经不成正比。哎呦，后面又接下来一队追猎，两矿马上升级完毕，好，两矿好了，可以，虫族两矿都没得拖。好好操作，别好好操作追猎，好好操作追猎。好好操作追猎，现在你每一个追猎都是一个希望啊！不要放弃，不要自暴自弃。你是 pro gamer， 给人感觉像开挂一样，一个一个往后闪。哎呀，能不能顶住？哎，两个管子，哎、好，三矿拿掉，三矿拿掉。
应该三框，三框肯定掉了，三框掉了，对我对虫子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关键是能不能守住这条命啊，就怕一波虫子。忍辱偷生吧，不过忍辱偷生也是死，完了。好，盖蒂要展现自己华丽操作了。盖蒂闪退，闪退。好的，没死一个。那么多全几乎全部都中招了，全部都是伤闪。哎呀，闪操作好一点，操作好一点。我有一个在闪。操作。奇迹，真的一不同死了，一比一平。好的，论坛上观众们已经刚刚准备去拿一赔五的赔高赔率的这牛逼的手已经缩回来了。嗯，抖了一抖。当时我抽空看了一下那个反打的时候农民数量，感觉勇气农民挺多，至少是66个农民。我觉得他如果后面接一堆提速狗，很防住不拿，特别是蟑螂接一堆提速狗，那时候我觉得换怎么都不会。嗯，是的，就当拉乌斯蒂最应该说是强弩之末了吧？嗯，看上去已经强弩之末，就那么点兵，带着一个农民过去拍水晶。那波的时候，我们切换到重组画面的时候，两条飞龙竟然打死了，就两条飞龙，他当时就两条飞龙啊，你敢信吗？也是现补，而且神族20多条狗，神族16分钟才升完提速，然后升了两攻还能把队友打死，是应该说是勇气。有个小失误，后期有失误，后期农民补多了，然后兵没全部爆起来。说白了，就他运营有些问题。我觉得就那一段时间、嗯，正好是前面部队跟对手换光的时候。哎，你还记得当时我们就是用蟑螂换对手的那两个不朽加一些哨兵嘛，在神族主矿，嗯，主矿和二矿和三矿中间那波兵嘛，嗯，换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这波就是应该跟你换兵的，对啊，确实应该换。但是回过头去那么长的一段交战时间当中，他什么都没有补出掉、嗯。但是我看那时候我扫了一眼，虫族只有400气，我觉得他没必要做飞龙，你只有400气，你还要去做飞龙，就还不如。我觉得要我就做一对蟑螂给你画，你下一波我正面两个管子跟你耗啊，对，能做飞龙的话我觉得有点不明智，你三条飞龙能有什么用啊？是，当时你要说管子的话也就只有两个，也刚刚开始撩起来往前爬而已，所以在那波交换部队的时候，这个勇气后方在干嘛我们还不得而知、嗯、可能有点小失误，非常可惜啊，输了这场比赛。不过现在1比1平，这样的话也可以把我们的更好看的比赛啊，马上就要呈现了。对，还是那句话，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论坛啊，发表您对比赛的看法，并且今天我们再次看一下一赔4.7，看勇气哥一共有下了59000多幽币，看这些幽币是否能够翻一个5倍。好了，询问一下选手是否已经是准备就绪了。相信在下一场比赛，我们的罗纳和 F91 也已经在准备过程当中了。对，今天16进8确实有点残酷，是的，选手的实力都很强，每天都要死两个人。嗯，好了，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进入今天的决胜局，加油，加油！今天是星际争霸二项目16进8的第二天比赛，今天会有两位选手晋级到我们最终的8强，并且其中有一位选手将迎战日本东瀛武士的挑战。嗯。红色的虫族是来自 Dream 俱乐部的 Courage 勇气，嗯，蓝色的神族是来自 W 俱乐部的 Love City。现在双方比分打成了1比1平，这是一场决胜局的比赛。再派一个农民过去拍对手的水晶吗？哦，水晶做下面，有可能变回来，当然也有可能裸双。那虫神族偷起来没底线的。如果按照之前两局比赛的话 ，Love City 应该拍两个水晶的话，应该不会裸双了吧？他，我觉得他这盘不会拍的，因为这盘一般都是13D， 不拍吗？这个地图，我觉得偷一点的14D，14D 那先肯定先狗吃。14D 已经算偷，对，很偷经济的开局了。我觉得已经蛮偷的了。我觉得一般都是13D 或者什么。是啊，你让虫肯定会慢狗开的。你让虫族情何以堪？14农民拉，该造血池、啊，我不信你还敢补农民。造血石偷，满偷的。哎，待会那就拍水晶了。我觉得农民可以拍啊。嗯，可以拍，可以一拍。好，盖地裸霜，盖地裸霜了。好了，好，那就我觉得他可以裸。不是他拍这水，他裸了就不能拍这个水晶了呀？我觉得也无所谓。他肯定要拍的呀。你看他肯定要拍的呀。那你我就三矿造。三矿呢？我三矿再拍一个。是，那你拍两个，我觉得也不亏啊。我觉得拍两个，其实我觉得不是很亏。他第一局就是这么打的嘛，拉布斯蒂。他这次不拍了。这次不拍。他觉得，我觉得拍两个是有点伤，而且我觉得要勇气犹豫了，是他不敢拍这个三框，这个三框太容易被压制了。
啊，而且这张地图很容易被龙狗换掉。现在我觉得这张地图十个神族有九个都是打两攻四十四农民 blink 啊，两攻然后四十四个农民停，然后打一波，那我觉得然后再补农民，冲突蛮亏的，是蛮亏的，他不敢啊，因为这决胜局的大家都要稳一点。稳一点，你不能以我开局亏作为前提来。其实我觉得大比赛没有什么好稳，拼一点，特别是打比自己强的一定要拼。遇到这种情况，我个人的心态就会不太稳，我就是会瞬间拍下两个气框，然后待会甩狗加毒爆一波冲。对，冲完结束。比赛和练习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东西。比赛你需要去打智商，但是练习你就是练基本功的啊。嗯，所以大家平时玩的话要做一名智商流选手，因为你用智商玩相架，你会发现这个游戏很有乐趣。好，看一下你们开三矿。好，看到没开三矿他就懂了。懂了。那这里呢，没开三矿，这里六条狗的话不会抢。盖地这个建筑学还不错，强砖可以钻进去，拉农民可以卡一下。六条狗有戏啊。对啊，其实要钻可以强行钻的呀，但是他不知道啊，他可能不知道。而且盖地可以在这儿瞬间拍一个逼，就拍一根水晶，然后瞬间再，然后你这个狗死两条以后，我可以再把这个口，我可以再把水晶退掉，对不对？啊，好注意。这些顶尖的神族都是有这种细节的，这种细节他们不可能没有的。虫族也不三开啊，那我能采访你干嘛呢？真巧，预了快400块钱了。好，他为什么要余这么多钱？是啊。难道他要做莽夫？看他拍不拍第二个气矿，不拍第二个气矿还是要开三开。三开，我觉得肯定是三开了。三开好慢。不三开有点，我觉得他不三开有点对不起自己。要不卡这么多钱怎么办啊？你花不掉。你看还存了400多块钱。运营我觉得有点小问题。关键他是在想什么？他如果现在摆下第二个气矿的话，我可以理解。哦，拍下来，终于拍第三个，这有点慢啊。有点慢，真的有点慢。慢多了，我觉得找农民了，将近一分钟啊。小伙子有细节啊。好，找一找那个农民。我出去家里面。先一攻，一攻，三兵，看他会不会打两攻 blink。有可能，这就盖地还是蛮喜欢打两攻 blink。好，四兵，好，我觉得很有可能。这就很有可能，这是真有可能。勇气这边拼命补农民，能补到8分钟，但只是8分钟而已，差不多了，可以下 VC 了。啊、哦、，VC OK， 两攻 blink。好，这波关键是有两个地方可以进攻三矿，这波很难挡，三个地方，这波有点难挡，对，很难挡，而且这张地图，而且你说关键你干嘛加这个东西？我问你，这不是明摆着帮神族放口子，人族也可以在这边架坦克，对，人族可以架坦克啊！这凭什么加装放这么个东西？你就宽阔一点的地图会死啊！因为这张地图太容易换家了，如果再不加这个，后期根本没法打。你是骨子里的虫黑？没有，我不虫，我不是内黑，我是你懂的。嗯，两攻啊，热兵营啊，好，看停没停农民，看看盖地现在多少个农民，点看一下。好，43个，要停了，不能再补了。这轮农民最后一轮了，你一定要是最后一轮。我发誓，这是我补的最后一个农民，就四十四个农民，真的就是四十四个农民，就是、不要多，就是、多你看看不补了吧。我研究过的44个农民，不可能再补了，这是最极限的两个。哎，勇气，我觉得走远了。是，大哥，好，打水晶也是一件有智商的事。我觉得打水晶才是王道啊，不打水晶的话，我觉得他死定了。哎，往回走，往回走，我觉得没前途啊。哎呀靠，盖蒂有意识了，他知道你要跟我换，你还真以为能钻进去呢？哎呀，有点伤啊，大哥，这建筑学堵得多好啊。哦，又补了一个，没机会了，没机会啊。这三块要被插爆吧，我觉得已经插爆了。啊，他那我觉得啊，很走了啦，就是你出兵速度劣势很大，不可能你输那个翻盘了，就你出兵速度没我快呀、啊、我六必赢对吧、啊、现在盖蒂打掉三块，我觉得已经可以补农民了，不用停了，可以一补，有一点，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传递暴毙，他现在一个农民都没有，再看一下，啊，45农民补了一个，盖地很偷啊，再补几个，盖地太偷了，又补了一个农民，好，又补了，看一个一个农民补，然后他
盖蒂很稳又下了维亚，因为他知道你，他知道你这种 blink 是没有维亚的嘛。如果你被打，如果你被什么就是那种埋地、埋地移动，然后蟑螂跟你换换，然后再多线搞一搞你，你是蛮难受的。好了 ，blink 好了 ，blink 好了，这波有点难守啊。好，后面水晶作为一个支点，不，现在就是补地堡的什么意思啊？没办法，不，神族补地堡是很正常的，因为你现在你换家吗？他害怕他做莽夫啊，给我他哎呦家就不要了给你，然后他也插管子给你换。CD 突然之间头不铁了，不铁，而且他现在优势很大，他打稳一点就稳赢，对不对？我觉得现在六兵不停刷币也稳赢啊。是啊，重组你这两个基地你跟我换，我还有本领口慢慢消耗你耗子。你要三个基地爆兵 ，OK， 跳一下把我打回去。你两个基地爆兵，怎么可能把我六兵的小球军队给打回去呢？你现在跳干嘛？跳跳更健康，一攻一防了。对他最近真的是一攻一防哎。不是两攻，为什么不升两攻啊，哥哥？对手做刺蛇了。哎，两攻打狗不是很快吗？是很快。那他干嘛升一攻一防呢？我不知道啊，他的理解吧，可能他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对，因为每个选手都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解，比如说忍辱偷生，还有莽夫这种的。啊，他刚才不打，可能忌惮对手的埋地战，他现在还没进张。不过我们注意到进到蓝啊，出击放那个虚空能。折月能进，可以打多线，也可以当一个。这你什么意思？哇，哎，这看不到。哎，这是埋地的，没有，这有补令。埋地的加强毒爆，埋地加强毒爆，哇啊！跳过完了，哎呀，加强毒爆，智商被击倒了，这怎么办？我哎呀，这么快就恢复了？十秒，是的。我刚想说，虐伤，你看现在这个人口，我觉得这要怒打一波了，这。勇气要做莽夫了，后面做了十条刺蛇，要做莽夫了。产点了，现在六兵要铁头一波了。我不管你是谁，就算你现在是 MC， 我也两矿一波了。真打不过也就自暴自弃了。打，哎，我一波打还有拼一枪就拼一枪吧，哥哥，你现在150中了，最后只有90。我们看现在蓝，你的是蟑螂，其实速度还没好。拼一枪，啊，他不拼了，我估计。现在压过去，我觉得也很有机会。你还有埋地的对吧？但这边有闪烁坠点，但是埋地的话，盖地下巨像塔了。刚才真的可以打一波，刚才打一波，我现在觉得盖地很危险。你看现在盖地才有多少兵？不，关键是看人口，我们看部队价值嘛，4000到2500。对，打一波绝对有前途，有前途爆了。而且哪怕我冲不下来，我跟你换完所有的，主要刚才也 OK， 超越值确实那个有点亮，啊，就加强埋地毒爆是吧？主要这就是智商。我算我比你算我算了你一步，然后你细看我一招，这就智商击倒了一步。而且真的，哎呀，落地没了。非常巧合的是，当时 CD 还跳了一下，对，跳了一下。你说你不跳啊？你往直接往后躲躲就算了。哥把你三个打，哥优势啊！我跳一下，我要跳给你看，跳着玩。完了呀！看部队价值4800-3000，有点难挡啊。立场的话，我觉得立场放的再好也挡不住这一波，没用的，这才几个兵啊，才差70人口而已呢。70人口，我的哥哥。现在不能移动，感觉立场放的不错，真不错。但立场是有安全感的，但是后面还有很多刺蛇啊，而且你。但是立场我觉得哨兵数量也不多啊，还好，能量还是满足的。好，第一个巨象快出来了，能把第一个巨象出来，我就觉得你还有戏。第一个巨象。部队价值再隔一波，就再有一波立场，再有一波立场，你就有戏。哎，你命不放，大哥，这是什么情况？哎呀，被拱巨象呢？巨象，大哥在哪里？大哥在哪里？在这。哎呀，哎呦，你打的什么？这巨不要这样啊！号称高帅富的长腿叔叔竟然被建筑给卡住了。去往后拉一个，往后拉一个，哥哥，小心被强点。没有，守下来。好钢丝啊！这一波你看，屁，有点弱，我觉得要加强。这还弱啊？你懂的。这都挡得下来，差80人口啊，哥哥。开农民，农民现在数量差不多了，两矿打三矿。现在盖地反恐一波反而有机会。不，这场比赛我准备给、好搞笑给暴雪看一下，就是虫族领先神族80人口。嗯。都打不过，打不过。神族后期是有点猛，而且农民刚才是差不多的，对吧？就是说，真的是我那个部队的人口比你多80，你还是没打下来。我觉得可以给毒爆加一个技能，对空吗？再生，做完以后化成血水，然后20秒之后可以再复活一次，是吗？
哦，好，现在开三矿，开现在的概率不劣势，真不劣势。嗯，别看对手有三矿，你看他三矿没什么农民，气也没开，是，只要气没开，我就是优势。关键是农民，农民大差不多，农民数量差不多，对啊，概率优势。两攻一防，但是攻起来了，但是勇气哥智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所以还是有机会。但是智商只能用一次啊，没有，智商可以用好几次，好几次呢，我才不信呢。因为他会再换一套的东西再骗你。你说刚才那个智商真的是 CD 手贱跳了一下，没办法，他不跳一下哪那么大损失？这就像那时候古代那时候斗蟋蟀啊，因为那时候你那个普通的蟋蟀就是你拿稻草就逗着它，它才往上跳。你这种跳一点的蟋蟀，比较嚣张的蟋蟀，就是你刚把稻草抬起来，它就往前跳，那这就害了自己。补飞龙塔。但是你有那么多气吗？龙狗，哎，还操作失误。飞龙转，有补农感染转飞龙，飞龙补农民了，补农民补到74个农民。好，可以一补，现在没办法，拼一枪。视野啊，看到对方开三矿，所以他补了两波农民，补了两轮农民，补到74个。接下去又是把四矿点下去吧，我觉得点了。嗯，先点了再说，让他拆也可以。对呀、啊，先点了再说，也就几百块而已，300块而已。不过我觉得要点的话，应该点到主矿。就给他拆，这片矿就是放弃的，说白了。然后这片矿，他是一出门你就绕过换家。啊，这片矿说白就是一个诱饵。好主意啊，诱饵。我从这边绕过去，对吧？对啊，两线都可以打嘛，你可以从中间瞭望塔，瞭望塔肯定是重组的，这没悬念啊。然后这张地图多少地方都可以换家，就这一片可以打一个三线换家，三片矿全被换。好，现在 CD 看到你没开四矿，那他也不着急，对吧？这边我知道你做巨线，我转了波腐化。神珠145人口，六个腐化不够，六个腐化真不够，现在需要最少八个腐化，八个也不够啊，四个就像开玩笑，还好啊，你腐化做太多，一会儿正面地面部队死光了，全程腐化了。我的个人余烬是什么、是吧？十个，至少十个，我觉得不能超过十个，超过十个这波腐化就有点亏了。你第一个200人口肯定打不赢这两个，对啊，肯定打不赢。你只有迅速最快最短的时间秒杀对方的四个巨像、后面的地面部队就靠你的第三、第四百个人口。但是腐化有点占人口，如果你腐化是要达到一个量的，就是我刚好把你的这个巨像打完，然后对一轮点就好，然后我腐化也死了差不多，无所谓。我现在的话，虫族达到200人口，好，神族人口也不弱。现在正面，我觉得还虫族真不一定打得赢，肯定打不赢，都是那些废柴蟑螂啊！蟑螂也是纯爷们儿，75块钱25气的，就不要求太高了。飞狼，刚才80人都打不赢，哎呀呀，立场果断。我不能看这个，别看了，别看，别胡拉去。看人口啊，虫族人口就骤减。一出悲剧已上演，骤减。没办法，你现在打的成神族多少人口？十人口，15人口。当然刷了一点点兵，对吧？好，那就20人口，好不好？有最多30人口，不能再多了。慢慢逼呀，就是我重组200人口，去掉我们看书，去掉70个，是多少？270，两百减七是130，130打完换完之后，换掉你多少？30人口，不错，就是换掉你一个零头了，嗯。好，再看一下200人口，刚190啊，打150。哎，高帅富和屌丝之间的战斗、啊。两个不朽者紧在后面了。好，现在火力输出了。巨象被点掉。啊、屌丝现在说人多势众，但是质量太低。好了，现在虫族这边又损失了刚才190，又损失50人口，神族这边损失了20人口。阿迪王始终打不过耐克。GG，打赢高帅富，恭喜 Love CD 晋级到我们最终的8强。抽空看了一下论坛，貌似都是神族趾高气扬，虫族玩家唉声叹气，没发生矿难，没什么矿难是没发生，但是呢，也给了我们一个命题，给 ZVP 后续怎么打？对，貌似现在还是那句话，幻家就只有幻家这一个王道之选了。其实人族打神族后期也不好打，嗯，我真不黑的，就说句实话。现在人族所有战术不是建立在偷，就是建立在那种必须要把你经济和科技都打乱，不能让你攀太快。如果你率先比我达到200人口，而且还有这种闪电这种部队，闪电麦就这种部队，人族200人口肯定打不过。我不管跟谁操作，绝对打不过，也打不过。现在只要两边吃，因为 EMP 能遏制吧，有点难放，那个 EMP 有点难放的，范围太小了，范围，而且很容易被巨像偷 ghost， 还很容易被闪入月偷 ghost。其实现在来说，一个顶尖人族的操作可以跟神族打正面，但是必须要建立在他前期不亏，
亏，而且必须要稳赚。那我跟你说，现在一个顶尖虫族跟神族打后期，即使你前期不亏很赚，四矿五矿很早放下去，八十个农民九十个农民在那边砍柴水机，两百人口打完之后再来两百人口也打兵，没办法，就只有真的是只有换家这一条路嘛，真的只有这一条。当时我们看到了两次啊，college 两百人口冲神族一百五十人口左右吧，曾经有一波超越了八十人口，然后打完以后竟然人口一样，人口一样的，农民数量也一样啊，非常的可惜。那那个时候，也希望以后虫族可以多多开发一些其他一些战术，比如刚才你放广告的时候，那个浩南说空头蟑螂换家，空头蟑螂和小狗换家都可以，也是换家，对吧？就说白了就是不要跟高富帅拼正面，对，千万不能拼正面，你就屌丝只能靠人多势众打打迂回，你跟阿迪王永远打不过耐克。是吗？对阿迪王打不过那个，那也不一定。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乡村里面，阿迪王室的市场占有率远比耐克要强，匡威的占有率远远比所有都要强。好的，那么恭喜我们的 LoveCD 啊，虽然有点小小的波折，但是也是顺利晋级到我们最终的八强。那他是否是会迎战东瀛武士呢？我们还要看后面的一个发展。对，好的，那么接下去是我们第二场的比赛。那在第二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做一个抽奖，这是我们这个承诺，这个所有支持我们 PLU、支持小米和二龙那个阿龙西米服的观众们啊。那么我们先进入这个游戏画面。因为这次我们要送给观众奖品的是包括我们那个帝王皇三件套，包括我们这个暗黑破坏神三的手办，包括我们来 POU 演播室两日游等等，还有机械风暴键盘和魔蝎鼠标，太羡慕了。所以我要准备抽奖了，哎，别，我要准备抽奖了。看了一下这个帖子，明天我要来刷帖。没，你刷帖没用，就是说你的帖子数量必须得等于或者说大于那个你在二龙西米服中人的等级。哦，原来是这样。我们这工作人员会检查的。好的，那么1924了，我们先抽第一个，他将可以获得这个选择刚才我们所说的奖品的一个优先权。抽一个就一个，点完就结束。好，329楼啊，你选您如果选暗黑手办的话，我可以免费教您，然后你把这个送给我。哼，暗黑大家可以做兄弟的，对不对？329，反正那个第一个竞技场第一名的一位观众已经选掉了，PLU 的两人已经选掉了。然后呢，本周我也做个预告，本周六、周日和下周一是我们 PLU 对抗游戏风云这两大媒体做真正的一次对抗的直播。那么选了这个 PLU 两日游的这位观众，神仙到的这位观众，他到时候会到我们演播室里吧，来见，在导播室看我们这次 PLU 和游戏风云的这次大战。那么所有的费用全部都由我们来出。那这位大臣其实对 PLU 付出的蛮多的，能达到，我知道玩网游戏想打到第一需要一定投资的。当然了，那个他其实还好，投资不是特别多，但是他很会玩，有实力，有实力。那如果您也想获得我们其他的这些奖品的话，也可以登录我们的二龙西米夫 ml.pl.c。我跟小米每天最近经常在这里那个玩。好，刚才好消息，刚才那位观众是灌水的，那么就对不起了，我们只能再抽一个。我们因为我们规则说好的，就是说你在这个抽奖帖的帖子数量必须得大于你在游戏，小于在你游戏中的等级数的。1924是吧？1924，再抽一个，1853喽。希望被刷帖的。好了啊，反正确实这么一个大奖，很多观众都想要，但是也得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是。好了，那么接下去就是我们第二场的关键性比赛了。F91对抗罗娜。这场比赛你看好谁？有人族，有人族，有虫族。我不知道。两人最近状态怎么样？都不错，都不错。不过罗娜的 TVZ 一直是他最弱的对抗，最弱对抗。他好像 TVT 国内无敌 ，TVT 很强 ，TVT 国内有点无敌的。对，那是因为国内其他 T 太菜了，对吧？包括某些人在内。你跟罗娜打 TVT 几成胜算？他让我师傅啊，我知道有三成胜算吗？两成吧，两成太谦虚了吧？其实你想说四成，我想说一成其实。好，罗娜对抗 F91，罗娜的赔率是1-2.4，
F92 的赔率是一赔一点七，是吧？这个赔率我觉得应该是一赔二，两边都是一赔一赔一点二比较靠谱。这个赔率应该说很多人都是冲着 F92 这个名气。别忘了罗纳可是以前的中国第一，现在也是，应该他成绩也是中国现在最好的世界成绩，人组是最好的吧？没有，所有成绩西瓜呢 GSL 正在16强，这已经比这比 WCG 的名额，这比 WCG 的其实含金量要高的，我真的开玩笑，含金量可以说差不多，但是绝对比他高。不是，你想想西瓜，WCG 那也是世界列强的最顶尖选手，你知道 MVP 啊、那个、不过我觉得星战的话还是韩国，那这确实不可否认。这个是九幺的 ID， 我用过。好 ，Forever 啊，是我们的 F 九幺。好，选手是九幺进来的。九幺哥，鱼王，这是中国第一个电子竞技历史上第一个谐星。第一个谐星。对，然后我们给他起的外号叫谐星缔造者。因为他手下全是谐星。手下也都是谐星。对，他培养了一批谐星，包括你。我是一个例外。你为什么你是例外呢？因为我摆脱他的魔爪啊！你不是吃穿都在住，吃穿住都在 Dream 俱乐部，已经差不多被同化了。那你的 Dream 现在全是谐星？你的意思是在我们演播室今天来的东本也是谐星吗？上海邪皇，邪皇啊！我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火云邪神。然后我们外面的那个队员 FR 叫什么？我给他起的叫什么？哦，东哈邪圣，因为他是广，都是东北哈尔滨的。这个时候其实东本和那个你说的那朋友也在我们演播室，两个人就是谐星程度五五开，他们现在只是心里最想第一个想法是叫什么，冲来干我，不是，是因为他们没有话筒，对，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是掌握话筒，没错，掌握话语权。好的，那么问一下两位选手是否已经准备就绪了啊？刚才我们工作人员说叫滴滴答啊，是我们刚才1800多楼的这位观众。那么我们待会儿要联系这位叫滴滴答的 PO 的水友，问他在那么多奖品当中他要选择什么。反正现在那个PO 两日游已经选到了，还有什么？那个三件套我知道。帝王黄三件套啊，好像被选掉了，也被选掉了。然后还有一个，反正最值钱的肯定优先被选嘛。最值钱我觉得应该还有那个手办也被选掉了，也被选掉了。还有什么？接下去还有那个 MP5， 哎，可靠谱。还有机械风暴键盘，也不错。然后还有小米的浴巾，使用过的，原味的，头有点重，你喜欢吗？我不喜欢。你肯定选 MP5 啊。如果思思姐可以 ，MP5 是我用过的啊，然后是里面存放了大量的我平时学习的一些影视资料。如果是大师用过的，肯定被第一个选。对，我的还好，我的口味没有大师那么重。好的，那么问一下选手是否已经准备就绪了啊？我们比赛随时开始，那相信第二场比赛也是很多观众所关注的，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论坛 bbs.pr.c。今天这个NGF 送的是我们魔蝎的金甲虫二代的鼠标一个，可以调赫兹奏琴，而且可以抽取五张 NGF 的线下赛总决赛的门票。那么在4月29号到4月30号的时候，可以到我们上海正大广场来在现场观看我们的比赛。对，除了有中国的顶级的四强之外呢，还有来自韩国列强，不仅韩国，还有欧美，还有可能还会有一些临近的啊，你料蛮多的吧，料蛮多的。啊，先看一下两位选手的个人资料啊，尽管已经看到很多遍了，但是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数据。Luna TVZ， 我们看一下10胜2负，哇，这战绩有点恐怖啊！绝对的中国第一人族是没有任何悬念的。TVT 输的那场不知道是输给谁的，可能是某一个奇葩人物吧？难道是你吗？不是我好像 TVT 没怎么赢过。F 九幺这边的 TVT 的胜率，因为统计数据还不是很多，因为当时 PSK 的时候 ，Dream 俱乐部 F 九幺作为大将一直很难出手，对，因为前面都是被 LoveTT 啊等人给一下子是 OQ 了，他也 OQ 过两次，对，赢选手。总胜率两位选手，旗鼓相当啊，都是73%。第一届 NGF 2010第一届就 NGF 星期一的比赛，他就是冠军。他跟咱比赛很有缘的，星期一也算进去了吗？那我觉得应该再添一个 STX 西拜朱斯克。好的啊，确实是势均力敌一场比赛。那么观众把下博彩了，刚才看到了一个是一赔1.7是吧？一赔2.几。
选手已经是准备就绪了，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场的大战，不知道谁，加油加油。欢迎收看妮伟的2012游戏群英会，今天是星战八二项目16进8的第二天的比赛，这是第四组的比赛。 Good luck Luna Good luck 91 F91 红色的人组就是我们 W 俱乐部的伦纳，对 Dream 俱乐部的当家花旦。我觉得咱们也要搞一下这种韩国 GSR 配音，开局爆他们的 ID F91 吧。对，来，一个是你师傅是吧、一个是现在负责你的吃住的算小半个 boss、那时候也是九房东吧，算是九幺把我带出道的。对，那这两个人如果非要你下注的话，你下谁啊？我觉得他们只要能给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就是胜利。这句话是我说的呀。对啊，这就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看来我也是把你领出门的一个人。没错。哎呀，那如果我们三个男人你必须得选一个，你怎么办？ 你必须选谁？飘悠有哪个女的？有思思姐 啊，那我选思思姐。感觉小青年，你看我们飘悠那么多女主持你都不喜欢，就喜欢思思。思思这两天每天都在二龙戏米服啊，神仙的二龙戏米服。我也在玩啊。你也在玩，说你果然是为了爱情什么都可以舍得。这不要这么说，我觉得我下完直播要糟。思思喜欢姐弟恋，真的，他好这一口。哎，九幺这边的农民，我们注意到他是故意好像绕了一下下。嗯，从这个地图好像是要绕一下，他的绕一下可以看一下这头有没有野两名营。细节做的也是蛮好。对，这就是经验。九幺这种确实是老将啊。哦，这边是用一个房子胚胎来稍微堵你一下。对，小明的评价对他来说就是老谋深算。哦，闪明对 F91 对，那闪明对思思的评价就是老牛吃嫩草。好，可能用纳达流啊，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什么叫纳达流。这个我开局没法说，要看他用不用我才能介绍。不过我觉得很可能是纳达流，因为现在单兵开始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会做一个双倍火车然后接隐形女妖，因为对手如果经验不是很丰富的话想不到。那干嘛叫？哎呦，这个位置的地堡有点精髓，卡了一个上面的箭。好，看来罗娜也是研究过气矿地堡做好，那只有那 F91 只有一条活路，就是去后面截机枪。截机枪啊，大哥！我觉得只是表演而已，演戏而已啊。不，让他进去就不是演戏了。让他进去，你要不要补狗，对不对？你要补狗就没法补农民，前期就会亏。但是人族来说无所谓啊，我单兵开始矿，我经历已经是最大化。你农民全部走掉了，那也有点虚。哦，这边有个房子，还好是。只要一看到房子，一看到红点，马上凑农民。罗娜确实是比较稳的。哦，我觉得很可能是纳达流，直接连下两期。单兵开始矿下两期不很正常？哎。我觉得他现在在这边再补两个兵也很正常。哦，他要抓房子，抓房子。哦，抓房子。哦。哦，细节不错不错，真是 nice， 研究过的，真是。同志们学习一下。比赛准备非常充分。感觉这个流程非常的顺啊，是吧？不过抓不掉。九幺这边在干嘛？房子非常风骚。九幺，单气补农民。哟，没抓掉。嗯，没抓掉。就像F 角很控制这个房子，就跟他臃肿的身材一样，左右乱晃。这我觉得没意思了，不过还好还无所谓的，因为他机枪已经抢够了。他要如果现在人为一口气啊，就我想要你这个房子你不给我，就为了这口气，我觉得应该干掉他。真的，而且这个房子很关键的，你部队你从哪边出来，嗯，也是随时可以看到。你现在不打的时候，待会儿你就得费好大劲了。可能会不会用纳达流？我觉得很可能用纳达流。主攻场是吧？基本就是一个纳达流开局。不过这个开局其实很怕爆狗。很怕爆狗，来不及要爆狗了，哦，哎呦！十八条狗为什么要爆狗？狗数提到一半，停气！我害了你啊！哦，两个地方，两个地方就不一定了啊。是吗？不过还是虚，真心虚，很怕爆狗，因为这个纳瓦罗太怕爆狗了。赶紧现在拉农民来围一下，还有一线生机。不拉农民就会被打个半死。你们最近都生活在一起，是不是 ？F 九幺很熟悉纳瓦罗。嗯，还好。我最近学了很多东西，学真是蛮多东西。那九幺学到了吗？我经常看他打，然后看他经常被纳达流干死，然后他后来就天天在研究这些纳达流的一些，哎呦，不过没有，会有。如果 F 角再不打就伤，
提速好了，该打了。但是他只有三个枪毙，该了，只有三个枪毙、啊。完了，遭中了，哎呀，无视了。是一波，你才四个，你才三个枪毙，我直接 A 了，你这地堡有什么用啊？这个很怕暴狗，我刚才他没暴狗的时候，我就说很怕暴狗。忍辱偷生，别，哎呀，这忍辱也没用了。忍辱偷生，现在 F 角可以开三挂，真可以。F 角一年出了两分钱，能打800块钱，这不像他不充值。好，二矿打上去还掉一个房子，有点亏，有真的有点亏。说什么看农民数量啊？26比33啊！主要你人族被我打，我现在可以随便补农民啊，后面，是不是？我插一根管子就。然后我你插根管子你可以补农民。肯定会插的，没人防地堡防火车不插的。但是人族三基地啊，还重组也三基地啊。我们看，看资源收入一倍，现在是一倍，待会儿拍下去就不一样了。我们看农民数，我觉得待会儿拍下去还是一样，因为没什么农民。但是重组来说，后面全补农民。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建造列表，它全是农民。嗯，不可能，它会补其他东西。那我是人族，肯定一直双倍火车呀、啊。达到8到10个火车的时候，你狗就奈我何了。F 九幺会藏一堆狗去包这个火车，我觉得，因为我看它打的就是这么、嗯。对，藏很好的办法，藏一堆狗，然后正面再包一堆狗，然后等你火车冒进的时候，我就包。而且现在很简单，你火车出门，我这个三矿大不了不补农民，当一个诱饵，然后我换家，嗯、就跟康美梅的那套理解差不多的。不，那就是看拆了嘛。他正面有一个房子，我可以看到你什么时候出门。对，你一出门，我这堆狗就往。这房子是哪个房子？就是刚才没有打架那个房子。哎，好意识，少侠。到底是中国第一梯，意识确实不错。现在补多少农民？我们看一下，四个基地，也不是二本，就四基地。小狗家绕地堡要糟，好的，要糟、啊，确实厉害，确实厉害。往上穿，往上穿，这房子是假的。完了。我仿佛没看见，一出悲剧上演了。好的，你今天骚多了，还好。人不孤高，往上。不过罗娜已经是把损失降到最低了，主要他已经很伤了。因为重组损失什么？20多条狗，嗯，1000块钱，20条狗，对不对？哎，20条狗500块，好不好？500块钱，然后换了这么多人族没有彩钱，还死这么多农民，61个农民重组，然后还牵制了人族的运营发展和暴兵。什么本事没有啊？什么？现在好，继续小狗来牵扯，好心的压制些小狗，不让他乱窜。哎呦，又被他串回去了。好的，主要我房子知道你火车在什么位置，然后我就可以到处跟你绕。那你火车就不能乱走了。哎呀，一走的话，看罗纳二矿有没有做建筑学？哎呦，这个建筑学，哎呦还不错。什么还不错呀、啊？啊，不行，这个是假的吧？啊、哦，这个是真的还可以。如果这是他自己的，我觉得还可以。这是假的呀，所以刚才我说了，怎么没有升起来？往二矿分一波狗，说服的那边。哎，没农民，这个就是骗你来打的。哎，还行啊，挡住了，挡住不错，挡住了，还行。把损失降到最低啊，关键是这个山啊。无所谓，火车打不掉，火车没有攻城能力。好危险，好险！可是罗纳人是蓝光火，有实力少爷。哎呀，这火车要遭，被扒了，这不没操作好、啊。哎呦，火车一旦死掉来说，人族现在出门就不可能了。是的，而且给虫族一点压力都没有，只要放下。现在虫族已经无所谓了，一个路灯就可以动小人族的一切。现在罗纳要出门，估计得2分钟之后了吧？嗯。我觉得不可能出门了，现在人都只能防守猥琐开三矿，永远被不可能出门，除非他像现在部队有个两攻两防，然后再憋个2分钟可以出门，但是他现在攻防这么慢，然后什么都没有，不可能出门，直接出感染虫，不给机会留啊，就是高攻防的小狗配合感染。嗯，我们看一下小妖现在狗，哇，农民数量有点恐怖啊，84个农民了、嗯、还好他这是他的风格，人族才54个农民、嗯、蛮正常的。好，一防快生好了，一防坦克炸不死。我觉得现在这部狗上去强咬，我觉得都不亏啊，才这么点部队。强咬，因为还是强咬不下来的。坦克有一防，坦克天生一防。跟你换兵啊！三矿，看哪边，先一个埋地。现在罗纳的暴兵和运营确实不错，如果换成其他的人族，我觉得已经自暴自弃了。是的，看虫族这边感染虫现在能量升级到1/3，还差一点点。小狗攻防是一防，马上一攻也提升了2/3、啊、又补了20条狗，36条狗，这就是高攻防的小狗加感染虫。嗯，得给这个取个名字。哎，你看这边话，哎，这什么意思啊？
怎么了？又不升了二本，这 F 九啊，你不要这样啊，这属于羞辱了吧？反正大家上来都打，哎呦，这个肯定要包，一空好换换，无所谓无所谓，我有一防，送就送了，对不对？我优势啊，然后罗娜现在推过去就不一定了。刚才如果等一攻，然后再配合几感染冲，那么推动啊 ，F 九刚才失误了 ，F 九把那个二本退掉了，升了三本，我就知道他是失误啊，他失误，对，是退掉。刚才那波部队啊，来两个感染冲，两把真君真身，太爽了。是啊，绕狗，好、啊，哦，从这条路上，这就是说破晓很容易被换家的一点，因为路口太多了。是。好，黄飞走完死两条狗。说实话，也真的只有罗娜才能跟在这种情况下跟九幺打成这种情况。你换一半人做，我觉得早死。打掉这个吧，这九幺操作很细腻，他在控制这个房子。那也得打掉啊，这心头肉啊。我倒觉得，我倒觉得早一点出就出一个围巾，然后把外面房子都扫一扫，一会儿也方便空投，对不对？哎，对，我觉得也是。一个造一个围巾，其实对人族没有影响，但是造两个就不行。还打兴奋剂，还打兴奋剂，没事，一个有运输机，只有一个运输机，他就打了一部分部队，没有全打的啊、嗯，那也伤啊！哦，又打了这兴奋剂，你这舍得打啊？打打更健康。这个部队真好看，罗娜操作了，现在韩国操作现在肯定是先打毒吧？现在还什么操作呀、啊哎？不错不错吧？有大量真菌增生啊！哎呀，三矿沦陷了啊！正面部队，看一下，好，我这是。F 九幺真的声东击西，打得特别的对 F 九幺，所以就说这些老将很可怕的一点，你占了优势都打不死。这俩人族很危险啊！哎呦，这边罗娜这边看似是守住，其实很亏了。对啊，那肯定守住会升级。雷人，有没有翅膀？龙民死的有点多啊！哇，死了44个龙民。这点枪兵只要真菌增生就 OK 了。中国人族打残了，打残！你看 ，F 九只用12个加感染虫，基本上就出小狗了。感染虫也就起了。感染虫好像还没有用过。防守的防守我没有见到感染虫用过。刚才用过两次，这里还有这里。大牛塔。当大牛出来的时候，这场比赛就已经结束了，不可能再有后话。你看为什么这样？3000钱，2500线，怎么办？恭喜 F 九幺。好，那看完刚才那场比赛，我引用一位观众的留言啊，这个我们直播互动帖1158楼的观众叫做 T E R I N， 他说罗娜被九幺蹂躏了，赶紧积极下一盘。蹂躏这个词在上一盘当中，你觉得这个词用的妥当吗？嗯。我觉得蛮妥当的，我觉得，那你觉得妥当？我觉得挺妥当的。你是不太敢说，不太敢说。其实一面是师傅，另外一面是现在是房东，对啊，两边都惹不起，都惹不起。房东和师傅啊，不知道观众你会选择哪一个？那我来说，确实有点被揉的那种感觉。九幺，我前段时间在 Dream 俱乐部，我也去 Dream 俱乐部拜访过，然后正好看到九幺在打。他其实很多 ZVT 的战术就是像这样，只不过之前我不太好说嘛，说出来怕暴露一些战术，因为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这个 ZVT， 绝大多数的冲突都是小狗飞龙加毒豹，小明也这么打，小明这么打，也就是传统思路嘛。但是 F 九幺的 ZVT 思路，我看他平时在韩服天梯上练习的时候，经常是纯狗，所以一开始看到他双 BV 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高攻防的小狗加上感染冲来过渡，后面是速攻防狗跳感染。然后跳三本牛，对，跳三本牛，这一点这个战术我跟他也总结过，嗯，归根结底真的是一定要把虫族的机动性完全的发挥出来，嗯，所以我才说那个房子一定要打掉。刚才那个地图太适合了，是，如果换成安提加新港，人族就打起来就没那么吃力。1159楼的观众叫朱德德，123，他说完全是在跟着九幺哥的节奏呀。1160楼的观众啊，叫假新闻组主管，他说不打这个房子难解罗纳哥心头之恨，就是要打，就是要打。下一盘罗纳双 S 爆围巾，就是要杀房子，双 S 爆围巾。好的，刚才传来消息的时候，我们刚才抽中的那位神仙道的道友，他说要这个我们主持人的签名，到时候麻烦您赐一下墨宝，
我要钱啊，咱们的磨棒啊，好，感谢一直支持我 PO 的观众，嗯，如果谢谢看直播和玩星际二之外的业余时间啊，可以进入我们的二龙戏米服来这个点点，关键是我跟小米现在除了解说直播之外，看看星际争霸二比赛之外，他是玩 LOL 啊，我知道撸啊撸啊，撸啊撸啊，之外的业余时间一般都是晚上的大概八九点钟，或者是那个十一十二点，我是比较晚嘛，下直播晚十一十二点钟，一般都会在神仙道这个二龙戏米服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啊，点点游戏，嗯，然后今天关键是很多玩神仙道的道友们，包括玩 LOL 的一些道友们。也都在看我们直播，对，一个呢是看二龙是长什么样的，嗯，二呢是看，二是看二，看谁中奖了。所以你还别说，还真有不少的以前没看过星际争霸的观众，今天也开始关注到我们的比赛中来了。嗯，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气氛吧，嗯，就是我经常看到神仙道的聊天室当中，很多人一边在点神仙道，一边在聊直播，嗯，包括前几天的那个 LOL， 他，我看他很多人就把这个当聊天室一样在那边，啊，是，啊，大家一块开开心心的，下完班以后洗个热水澡，嗯，然后睡觉之前玩一玩，聊聊天，蛮好的，很惬意。但是这种生活只适合你这种未婚人，没有，这个是结了婚之后你就知道有多悲惨。没有没有，这种生活只适合。高帅富啊，嗯，高帅富，没有结婚的高屌丝都在搬砖。好了，那么现在罗娜非常压力大了，嗯，压力确实有点大，他要晋级到我们 NGF 的线下总决赛，或者说有机会可以迎战日本武士的挑战，嗯，对，必须得过 F 九二这一关。现在是零比一落后了，询问一下两位选手是否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好的，那么这场比赛不知道罗娜是否能够翻盘，选手准备就是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组的第二场比赛，希望不是最后一局，加油加油。这星际争霸二项目十六进八第二天第三组的第四组的比赛，刚才提到了一句啊，希望这不是最后一局。 WE 俱乐部的罗娜，红色的人族，这颜色没选啊，导播人要扣工资了，导播也不容易，啥会的，就扣3000怎么样？嗯，3000相当于他们一个半月的工资，那扣2500得了，扣2500可行。这算吗？绿色啊，绿色的虫族，是 F 九幺，对，军坦色的虫族 F 九幺。我作为已婚人士，弄个绿色不太雅观。哎，没事，挺合适的。好的，那么这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局啊，如果观众们想得到这个魔蝎金甲虫二代的鼠标的话，可以上我们的论坛 bbs.pl.c， 在直播互动讨论点赞中回帖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对，龙哥，嗯，咱们这个 NGF 线下门票怎么才能弄到啊？今天会抽取5个啊，然后呢官网上面呢就已经开始售卖了，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您是上海地区或者上海周边地区的话，4月29号和30号可以到我们上海浦东正大广场，一个非常不错的广场，来线下收看我们精彩的星际争霸二的比赛，还有 DOTA 和撸啊撸。这张地图相对来说就不太容易绕了吧，冰鹰气矿可能是双倍火车，我们看一看重都这边是外双开局，这也是 F 九幺最喜欢的一种开局。刚才那个纳达流，那个不是纳达流吧，是叫纳达流，主要他没出女妖，他很想用纳达流，但是已经被打伤了，再出女妖已经没有机会了，那时候出女妖没戏的，所以他只能那么打了。这是选手的临场应变嘛，他不能太铁头的，兵营重工厂，好，门口这个主矿的二矿的入口可以用三个房子堵住，嗯，好，双倍附近，一会儿换给火车，都是一个正常的流程。F 九要偷一点而已，不过这个地图偷就偷了，可以偷。这个地图有4个散的瞭望塔。嗯，这张地图这个点位其实已经很难打了，这个点位不适合压制。你说人族啊？对，人族根本很难压，
太大了，你看这个地图直线距离很长的，不好推。就那些细节啊，他在要抓房子，这是要抓房子的。对，但是没抓到，没抓到就赶紧回来了。九二一老谋深算，知道你就是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那他应该直接飞过来。对，你以为是往这边飞很安全，我一般以前也是这样，就往对方三矿方向飞。我不往这个二矿，二矿很容易被抓，我往三矿放。但是现在聪明的人都知道你要往三矿方向飞。是，曾经我和 F9 打了一盘，他用一个房子来诱惑我，然后我就拉了一堆一样去打那个房子，然后发现了两个埋地毒爆。这种话语。哦，只补两个火车吗？哦，这种要看他开不开三矿了。我觉得这个点位开三矿靠谱，不要压不到的。不是主要没补地堡，火不哦，蟑螂桥呀，蟑螂塔，这开局他都会了。哦，这啊、这个开局我知道，这 F9 经常用的一个开局，三蟑螂顶三矿。我怎么感觉两个火车还好？我的战术大家都开始用了呢。战术开拓者，我你是 China Top 的这个？不，我这开局我真的跟我打的那些朋友都知道，我很早很早很早。好，打了应该能打个三四个农民吧，还是亏。火车不要送，真不能送，你送了你就控不住图。嗯。然后这一波蟑螂可以往前顶的。好，洛娜还是开了三矿。那这个太远了，你要想两矿半边压或者单矿半边压，不现实，真不现实。这波蟑螂可以往前顶的，因为对方只有蟑螂，他可能放在家里面是怕对手。刚才洛娜的火车一死，现在就可以军坦一点阻碍都没有，随便扑。是，而且 F9 也算是一名很强大的基本功选手。嗯，看一下农民数量，39比28。哇，现在虫族农民数量补的太不要太欢啊，直接补第三个基地，就属于改进版的我那个开局了。嗯，哇，这农民补的是舒服啊。对，天下武功出少林嘛。我现在感觉九幺这开局确实是我的加强版，感觉比我的那个好。我的那个前期还是稍微有点小虚，因为怕被对手溜火车，其他倒没事。啊，对，一个下来，这两个塔占一个蟑螂，对，这完全就是不愧是大家虫族啊，惺惺相惜啊。好，点你上血的、嗯、啊，你看，就我就在下面那烂万塔，因为没有很广阔视野，从人都会比较虚的。嗯。好，看人都一个发展流程。好，三兵营，这个双兵应该是给这个兵营挂的，然后可以接个 YS， 然后压一波，等兴奋剂好了，还有两个 YS 再挂一个 double 可以压一波。好，他兴奋剂好了吗？应该好了，好了好了。嗯，好了。好，看你没有开三矿。其实现在罗娜的话，他如果不做，不尽快解锁运输机，他可以先放两个 BE 生物法，偷一点，不要打得太稳了有点。这三个。就看这个军坦压不住了，军坦根本不可能压得住。现在，关键是他没有上来浪塔之后，他很虚的，他完全压不住。像这种大地图，我为什么说的前期两个火车杀了四个农民根本不赚？是因为这个军坦马上就扑过来了，而且后面根本我可以随便补农民了。嗯，而且这个军坦这么远的一个地图，就最远点已经是对他最不利的嘛。如果这个军坦扑到了半场以外，人族的推进就更难了。是的。现在罗娜，现在 F9 可以分一条狗去看一下，看一下对手的攻防，看一下什么盾牌什么收完了没有啊？看一下他现在兵力构成都可以。我觉得他不怎么看，是这侦察方面貌似有点凭经验。阿本身好，会不会造飞龙塔呢？嗯，啊，飞龙塔造下去了已经。你看压不住军坦，压不住。哎，压不住军坦，其实前面就很伤。我一个蟑螂就可以把你直接对赶走，全部赶走。三蟑螂，现在农民出了好多啊，59个，罗娜好不容易才追到51个，一直以来虫族的经济一直很领先人族，至少农民数量是这样的。好，这个飞龙塔，人族估计撒雷达还不一定看不到，可以用这些房子遮一下，是吧？嗯，然后别人有一天是个对空地吧？哎，浅伤折纸哦，这哎呀要伤。哦，好，小分狗，神奇分狗，神奇。好，农民要来看光了。主要遛狗确实中国一绝，这和新天八一时代他的遛狗也是中国一绝。那主要的手速，其实我看他的手速并不快。对，但是他的一个有效操作很高很高。
冲出平均只有96的 HP、这波遛狗又遛伤了。好，你看遛完之后发现重组80个农民了，人族53个，人族53个，马上就三块传递一座。这样的话还有人族吗？如果罗纳被淘汰的话。有啊，之前竞技了一个人族练练没打，练没打，有一个人族我记得豆豆小绿，豆豆小绿就两个豆豆小绿，你不要小看他、啊，不是我小看他，而是我对16个人只有2个人都有点失望啊！谁叫你不参加，把自己的名额让给别人，给年轻人机会啊！年轻人机会，你好像也很年轻人，没办法。八条龙，哎呦，他没补防空怎么办啊？他没事卖地，这两条狗我觉得应该长吃。完了，又要被打点龙。哦呦，强点你的中国人矿罗。Super 哥转人族吧。Super， 我觉得这人生当中最大的失误就是新加选错种族，选错种族，没有选错，现在 P 最厉害，但他不适合 P。嗯，是的。野蛮酋长是那种正面有兵就往前推的那种节奏感，明路式推进，对，明路式推进，他不适合再加逼个150克以上再往去冲一波，再逼一下再冲一波，他不是这种人。主要现在很爽。农民出了84个农民，而人族只有52个农民。感染虫草，攻防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嗯，哎呦，这个细节。91其实不太用埋地毒堡的，我没见过他用埋地毒堡。罗纳的运营真是没有一点点问题。你看，经济配比真的很不错的，钱花的干干净净，没卡。这对于一个人族来说其实很难。哎呀，这一炮，伤敌1800。你觉得还占你便宜？哎呦，他以为是星际一在甩飞龙了，漂亮！哎呦，有点伤啊，人族。关键还拖你时间，等到你把神来，我都四矿已经开好了。四矿了，几个农民再看一下，82个农民。还做了感染塔，怎么玩？就理论上84个农民是四矿满负荷运作了，不给机会留啊。而且人族现在推不动啊，真推不动。如果九幺军坦再铺好一点，现在已经兵，其实军坦已经到他头下了。嗯，对，优先啊，补地方啊，这细节确实。其实我有经验，重组来说，超过3片矿以上，比如说你开了4矿以后，每个矿补2个地堡，没错，两个不够吧？两个就够了，两个，你让他打，他一般都是一船兵或者两船兵，对不对？对啊，你两个地堡让他打，不是为了你两船地堡能打过他的兵，这是不可能的。拖时间，拖时间，你小狗给鱼救嘛？两个地堡，说实话，两船兵面前也不好的。要推现在人族161亿人口，好，九号换家，换家，反正小狗便宜，飞龙可以走。哎呀，你还回去啊？没办法，我三矿不能不要。这是说实话，这是经济最好的一片矿啊。这完了，这一回撤，哎呦，还进主矿，你敢信吗？哎呦，好像怪不得打怪，还好。中国人族不行。好，飞龙保全很聪明啊，九幺这个戏做的太完美了。当然罗纳也非常配合，因为罗纳也确实很强，确实很强，没办法了，将损失降到最低了，真是没办法，还想来劫飞龙，不是办法的办法。一攻一防的枪兵，一攻一防没法推了，现在你把两防推一波，几个助攻？26+18等多少？帮我算一下，26+18，44啊，44啊，你果然小学数学不错，我初中数学也可以。这部分就要被滚平了，在军坦上面，当心一点，罗纳。好了，九幺要打包夹，他是一个从不喜欢打正面的人，能包则包。现在可以 A 了，可以。完了，哎呀，枪兵再分散也没用啊。罗纳基本功真的很好。哇，这枪兵超。Marine King， Marine King 啊，但是还是无奈，强如 Marine King 也不行。不过这波人族能打成这样很难，基本功真强。我觉得吧，在军坦上面确实很特别不足，如果不在军坦上，可能还能把损失。如果换成一个普通人族，那波会被摧枯拉朽，用机枪一撞被撞一团。好了，九幺说：“我有86个农民，马上有3本啊，马上下一个200人口就好了。好”哦，他主矿都补三个。对，我说了嘛，你开过三个地，除了这个矿可以不补地吧？啊，这是然后这个矿也可以不补地吧？这个啊，这个啊。这个也可以补补地吧，这个
啊，这个必须要补，这个必须要补，这个啊。继续铺军团，现在卢拉我感觉永远出不了门了，因为你每次出门碰到的永远都是两百人口的充足。嗯，一攻两防，马上就是两攻两，哎呦，狂爪都已经在升了，马上是三防了。想强冲你三矿了？不用，他要把他要去炸点东西，把防空什么都炸。发现了，又溜了又溜了，哎呦又回来。哎，如果这是行星要塞会不会好一点？放几个防空？他前期内三，他前期内三不可能变行星要塞。嗯，但是我人族内三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不变那什么星轨，我有点对不起自己，所以我变星轨可以多好几个矿轮呢。对，我有点对不起自己。是。现在人口拉到了差20，罗纳真的很强，暴力，嗯，而且三矿一直被骚扰，还能爆出这波兵，我觉得有点难度。好，准备要多线空投了，看有没有机会。没机会，被看到了。你不要完全否定啊！我告诉你，有机会，不是，你直接就回答我答案了，你知道吗？他在瞭望塔视野范围内，怎么可能有机会？你不能每次都不给你师傅机会啊！不是啊，是我刚说啊、哎，有没有机会？马上没机会，中间就差0.1秒钟。哎呦，你好意思说吗？我不好意思说，没办法，中国人局。但是面对的是哦，这边有地堡啊，四个地堡。哎呦，四个地堡这一盘能打不过的。好，我解决了一波兵。这飞龙蛮少，刚才只有四个，本来农民就不多了。没智慧啊，没智慧。是啊，哎，投到后面，投到后面可以搞一搞，可以搞一搞吗？可以一搞。这飞龙全部点光。好，去后面打两个。比如还是抓到一点点小小漏洞。HHHHH 好 H 别动，还在置换不错，随便 A 也一点，不可能把它打得太惨，只要现在有一堆狗，这就是地堡的作用，这就是地堡的作用。我觉得还更好的是放一个防空，小明就这么跟我说的、啊、也可以。小明跟我说，我 那时候跟他聊嘛，怎么来防多线的，他逼着罗娜打多线。小明跟我说每个片矿放一个防空塔，就防止对手多冲突。哇，哎呀，大龙大龙塔都已经变好了。我觉得正面现在大龙已经造完了，看一下正面有个大龙，果然七条毒爆加七仙女，像仙女吧，还要跟什么七跟七有关的。以前有一个各项组合叫红台二十七，只有80后70后的观众才知道。还有葫芦娃葫芦娃、啊、葫芦娃葫芦娃来了，葫芦娃。好，我们看罗娜怎么来最后一波。现在只有蝎子精和那个美女蛇精才能受得住这葫芦娃。罗娜又好不容易，你看他的钱啊，始终不超过三位数的，真可怜，160人口。现在放一个什么？现在怎么办？这波不怎么办？你转围巾来不及啊！不知道怎么办啊！我已经再转了，但是只有两个。不是，主要你这波兵吃掉又怎么样？我 F 九后面4000钱，然后打完这波2000气，怎么玩？打完之后再转一波那个，还是200人口，还是200人口。转打完之后转波，他转什么都行，他可以转200人口，小狗在一起，真可以。F 九现在攻防比人族快，已经3攻3防了。人族真的是忍辱偷生，忍辱偷生，忍辱偷生。人，你看罗娜也没有哦，没有四川运输机什么情况？他已经放机正面了，这就意味着他觉得这波根本不可能。哦，他投到那个机身卧从下面去。这我又学到了，这个真是学到了。哇、哦，这些机身卧从跑不掉了，墙上小狗毒爆，要分散。哎，九幺在干嘛？九幺在给他机会啊。九幺这里有点假的，这有点假的。等感染吧，再放下来。九幺，你不要这样，不要太过分。罗娜确实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了，能欺不要欺负中国人族，能做的事情他已经都做了。两攻两防，杀个房子，不能忍，真不能忍。罗娜没有放弃，这是关系到他晋级到最终总决赛线下赛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输了这场比赛，他将无缘跟。差点就说出那句话了，嗯，无缘跟谁？三个字那个？三个字啊，那个有缘，我觉得也难啊。有缘也难，九幺有缘吗？九幺跟那三个字，我觉得想打过难度太高了、嗯。这三个字就这么恐怖吗？嗯，如果他弟弟来还可以。那三个字确实恐怖，你说恐不恐怖？
哎呦，九幺细节真的有点好啊，完了，最后的希望。哎呀，五矿，好消息，好消息是人族终于憋到了200人口的口。好，人族现在优势很大，是吗？说我现在听出来了，你骨子里是希望罗纳晋级的。没有啊，这样的话我也就帮你一把呗。可以搞一搞啊，龙哥，搞一搞。让我想想看，你觉得 F 角现在优势大不大？你觉得 F 角现在优势大不大 ？F 角啊，我觉得 F 角优势还蛮大的。那你觉得能不能给他加个油？给 F 角加个油，加个油啊！那观众不答应？观众答应，观众不答应，就一个人组怎么办？我是重组的，关键是背信弃义一次。啊，人族人口反超了，现在就跟一个德巴换一个枪兵，是 F 角正面插了12根管子，他要做宅男，这种什么情况？他会不会变一波牛，然后再把管子退了，然后哦200人口以上了，哦有可能，但是你管子差点，差50个，然后一下250，差50个，对，250人口的重组，啊他没打算这么多，他应该取消掉，取消，现在取消，现在不可能。再做一个大牛就可以取消，退，他不退，有前途，我看好你。250人口虐200人口，好的，我们现在罗纳忍辱偷生，终于再忍回了200人口，嗯，一定要再好。罗纳现在也有五矿了，可以，有机会。罗纳没有放弃，好，罗纳要发挥自己强大的基本功。希望人族晋级的观众们可以伸出你们的双手，把你们的元气聚集给罗娜，让他感受到你们的。哎呀，哎呦，这波丢蛋都丢死了，蛋，小狗就不行，小狗解决不了，小狗解决不了，就先要塞。这他应该分散掉。够了，这些蛋够了，可以了，结束了，不要太认真，九幺，留点你的精力吧。结了婚的男人精力往往不足的。现在罗娜怎么办？关键他怎么推进法？不推了。不推也不是个办法，猥琐啊！哦，两个星星要塞，哎，这个两个，这个应该变再变，哎呦，还是变，你要开那么多矿干嘛呢？因为他不想放弃，你有命开也没命踩吧？人族这边搞死他！哦，核弹，你敢搞我，就要搞你！这是要逆天啊！今天两边一，老大，行不行？这是夺鸡之仇啊！哎呀，要结仇了，这个比赛。要是我肯定忍不了。要是你肯定就打鸡鸡，不打鸡鸡就退出比赛。我会打鸡鸡。罗娜还没有放弃，罗娜在最后坚持，哇，站在茅坑了，茅坑被占了。哎，这是多大仇啊！这波橄榄球有点输了。不要这样，小哥。打掉还有军团吗？取学长有军团，打掉看看。也有一点，可以。现在放不下去肯定。嗯，还在等一会儿。自暴自弃吧。会不会卡住牛啊？那个路口。没。哎，你看这有个牛在那干嘛？你看。啊，牛体积太大了，看错了。核弹，他造了不止一颗核弹哦。嗯、我们现在就听着 Nuclear Lancer Attack 的这个声音就可以了。同时放核弹了。对，然后说不定打 F 角200人口炸光了，有可能吧。两把核弹正好炸到。但是九幺这边的余钱余气够他再出个400人口。没事啊，我只要打炸掉一波人口，你后面转大牛是需要时间的。哎，大牛好像需要一分。发现了，隐形。但是也发现了呀。没用。哎呦。可以玩，直接别炸这边矿，别炸边矿，炸、哦、对，炸这才是最。哎呦，九幺给你机会啊，九幺，那你炸一炮吧，你都已经把人家欺负成这样，让人家炸一发，好不好？给个机会给条火，好。哦、你这帮没看见，你看不到了，看不到了。他别就看着，他给你点机会。哎呦，真坏，就要给你点希望，然后让你失望，是吧？农民来解决这波兵。什么心态？九幺，你这人太坏了！九幺哥，这牛砍这些枪兵太缺，怎么办？感觉这个时候围巾是雷军的，空军部队三攻，我很少。现在围巾可以到处去杀房子吗？没用的，有感染可以定。感染虫，对，感染虫还埋地的，你还不知道冷不防钻起来把你定住。
还没有放弃在做 ghost。 哎，这是不 ghost， 这是不 ghost， 这是不 ghost， 我来了，哎，果然是 ghost， 炸一炮炸一炮，发现了吗？发现了，没发现吗？我没发现，没发现，往前走一步看看。哦，他刚才放那个，他可能这些他在猜，哦，哎，好好好，猜。哇，哦，好，这场比赛就是输也值了。是不是敢搞我？这老子一下你，我就很爽了。哎，这场比赛我已经拿不下来，但是我爽一把。反正我可以不爽，但是你也别爽。你想借着我的爽，不行。你觉得会翻盘吗？不会，我觉得这翻盘有点难，除非阿布九要被中两颗核弹，一颗核弹都解决不了。来来来，你别说，精彩的还在后面呢。核弹，核弹。往那儿绕一绕，别往那儿绕一绕，哎，对，哎，这核弹有意思，有没有多线核弹？我觉得应该多线。那想要多线核弹，但是被发现了。哎，让这样炸一个能怎么样啊？已经炸了一个，不行，就要炸五个。我觉得 F 九如果经验丰富的话，好。F 九这次要用自爆近身 Ghost 防隐形。什么叫自爆近身 Ghost？ 就自爆可以，X 自动爆炸，然后可以打一，哦，把它建设掉。他得知道对手的位置在哪里。这有一个隐形波动，右边讲好的。这边又是刚才感染说放了一波，我这边都看不过来了。放都没了。我为了看到精彩的核弹爆炸。哎，跑，走远一点。biu。啊，狙已经不给力了，别狙了，哎呦，疯死了。哎，用了，对啊 ，X 线，对啊，用了吧？这九幺你看，太坏了，用狙击了刚才，继续炸，好有意思啊！这个比赛，你准备放弃？哎，龙哥，我觉得这个比赛打完，咱们可以再做一个节目，恩怨赛。哎，哦，有道理，有道理吧？我就怕两个选手有怂的，特别是九幺，九幺肯定怂，九幺肯定怂，九幺就不敢。咱们拱拱火。F 九幺的智商肯定会被拱火拱到的。你觉得真的吗？真的，他智商真的有那么低吗？只要他别看咱们说的节目，我觉得他就会被拱火拱到。哎，投啊，够投啊！三颗核弹我看到了，别让他爽，投了三颗核弹。哇，这两边就快满了，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多线来投。你看每次都被九幺发现，就你固定那两个位置嘛。X， 你要再让 X 我就服了。哎呀，爽！第几颗的？这是第四颗吧？第四颗，第三颗？第四颗。这边炸了两颗嘛？嗯，那边炸了过一颗吗？炸炸过一颗。这里啊？嗯，三颗。这边炸过一颗。哦，这边的话，你看点啊，哦，这边没被炸，没炸，那就三颗，三颗也不错。炸过20颗算他赢，好吧？现在你觉得谁立于不败之地啊？重组。重组七千多钱，人族已经没经济投核弹了。那么多，我跟你说，其实如果他不这么对龙娜诺娜，可能会早一点打击。但是他如果这么对的话，我也不能忍啊，这是没有人能忍受的。以后大家不能坐在一起吃饭了。没得聊了，谈不妥了已经。哦，这边直接就是巡逻舰了，省得你再来搞我。好，我已经终于有用武之地了，这是真正的重组的高手过，三本科技，所有人口全部三本科技的吧？嗯，小狗应该这种都送光算了，果然是送了 F9 完全送了。F9 现在可以把所有农民全变成管子，然后先补一波兵，然后再把那波管子退掉再去采。对，这样的话三百。当然这个很费操作，我只是一个建立在理论上的一个东西。这边也没农民呗，有吧？炸地了！哦，同时炸的！哎，好，看能不能！哎呀，爽啊！第四颗 RPG 任务，第五颗！哎呀，这高速要糟了！啊，完了！哎呀，有点爽啊！我觉得就是输，我也认了。五颗原子弹！哎呦，再炸还有吗？没了，这次没了，还能再做三颗原子，他现在还有300钱，然后有气追住了，完了，要被查了。F 九也蛮坏的，他就是靠这些感染虫不停的搞你农民，没办法。你还跑不掉，飞起来打架。哇，这对牛好恐怖啊！几头牛啦？九头牛，10个寄生王虫。哎呀，好，人族还有三颗核弹，这三颗核弹是他主力。核弹只能用在进攻，不能用防守。可以防守，防守太难了。我看过一场比赛，一颗核弹炸了100多个单位。我知道，但这种智商，
不是 F 九幺所能企及的。主要那要建立在对手的智商。好了，来了九头牛，何以一战？怂不怂？哎呦，瞬间怂不怂？啊，牛就跟小狗一样脆弱。你这几头牛打我二百人口，你要还能打得赢这没天理了。好，罗纳要发动自己的第一波主力进攻了。我觉得 F 九幺，你准备忍到什么时候？好，这盘已经进行了四十分钟了。如果罗纳现在再打一个三线核弹，我觉得 F 九幺还能有机会被做掉。不是，现在是存款流了 ，F 九幺没什么采矿了，就这里一片矿。哎，主要 F 九幺太过分了，他现在没有采矿的东西。如果 F 九幺不这么对罗纳，罗纳肯定会早一点打鸡鸡。嗯，好，巨神王虫。那这边有围巾啊，围巾如果现在去捡，那就跟预备营超神。不知道，我觉得有可能，也许大概没必，或许发生奇迹。然后他，那我觉得他们两个商量好，不让咱们抢。我有核弹，防守型核弹，防守型核弹，防守型核弹，智商型防守核弹，再收掉。这个收掉是不退的，就等于说这个核弹废掉了，那就白炸一颗了，无所谓，炸就炸一下，玩吧。咚，哦。这个效果做很好，看下面都着。其实我觉得应该核弹直接把地炸个洞，继续放。你觉得也许可能没必有机会，可能吗？不可能，后面九个感染怎么办？哎呦，买牛你都买，是吧？好大一个，真低俗啊 ！F 九幺，九幺你也没这么浪费的呀。他出了九个感染虫，低俗。但是八千多钱，三千多吃，关键气容易用完啊！气一旦用完，什么结果？就是两百人口狗没用了。现在 F 九幺已经转了二百人口空军，他已经不要地面部队了。你看现在 F 九幺正面，看、十几个腐化吧，然后你看，就腐化加全空，就是腐化加哦，腐化加那个寄生王虫了。现在如果就是全出大全出雷神，我觉得 F 九幺就糟了。不，现在人都没经济才是最可怕的。罗纳他舍不得这波兵，你要他送他还真舍不得送。现在 F 九也没经济的，你有没有发现？是呀、啊，是没经济。F 九也就剩一片矿。对呀、啊，他就靠存款流呀。罗纳的核弹难道要取得奇效？有希望，我觉得有点希望。就是如果 F 九大量感染虫，要看 F 九操作失不失误了。如果 F 九操作失误是有机会的，但是我觉得这些感染虫就能把人族二百人口耗光，真的。四头牛，十四个寄生王虫。十七个腐化飞虫，十九个感染虫，这才是真正虫族的大后期。我估计罗纳扫描力的部队，我们看 A 键，哇，史上 EMP， 这边是终于第一次看到虫族的部队价值，11200的水晶，8900的气，史上虫族的最终形态，终极奥义，十九个感染虫，好 EMP， 好 EMP 能中几个呀？能中你的尸体。这几个你也挣不完十九个感染虫，哎呦呦呦，原子弹死掉，还在坚持，这有点可惜。主要就是 F 九太过分了，虫族的最终形态11000，终于打不过啊，怎么办？防守型核弹能不能立功？能不能用？有戏，能中吗？好，中，关键中，炸，树丛里面的炸，干，孵化，哎呀，没炸到，哇，你这是破坏森林环境啊！这个地球什么熄灯日，地球就刚刚过，关灯一小时，你觉得这边就要烧树木？哎，好，我觉得这比赛真欢乐。怎么打？这是表演赛吧？哎呀，又要打一波！主要这人太狠，他把罗纳玩弄成鼓掌。哎呀，这要结仇啊！真的是虫族最终形态。我现在发现虫族太强大的削弱。我觉得要削弱。GG 哦。GG， 恭喜我们 F 九幺。结上了。结上了。以后不能坐在一起吃饭。别人坐一起吃饭不打起来就是好事。罗纳本来是一个蛮憨厚的一个人。对。在线下的时候。确实很厚道。刚才。都比他放核弹。打了一行字给我们 OP， 然后就愤愤地离开了。这个我想安慰他几句，发现对方已经离线了。这以后怎么办呢？谁来拯救中国人族？读几条观众的留言，观众留言也非常有意思。九幺哥不会啊，这边是最后关键时候。突然想起来，当时如果那颗核弹炸到就有机会，炸到的话，必须要把所有空军最好炸一半以上。对，如果炸掉的话，人族肯定是全线赢了，
反扑啊，不过那些还是地堡，无所谓，我打你那只有一片矿有经济了，我只打你那片矿就行了。就是说，九幺他那么多基地可以瞬间再爆出200人口，对，就是说最好是打他一个 timing 时间，嗯，地堡清，如果没有那些地堡的话，就直接反扑，直到你黄龙，这样的话你的牛一出来就被我秒掉。对，你造腐化飞虫没用，你还要变那个寄生王虫的时间。嗯，你造感染虫也是出来就被秒掉。嗯，所以当时如果真的那颗核弹能够炸掉 F 九幺大量的部队的话，那还真的被翻盘。是，不过 F 九幺貌似这个眼比较尖，看到那个小红点了啊，这个也是一个本事啊。F 九幺太过分了。观众们，其实大家可以上我们的论坛 BBS.PL.SN， 很多的观众都在讨论这一场比赛，啊、都在说九幺这个人太坏了，当然是开玩笑的。你应该直接全做感染啊，投弹。其实我有很多这些好安排。是的，还要看一下。哦，说今天这两个人貌似是卯上了，太实感了，不过这核弹爽爆了，看这场比赛值了，能给观众带来一场这么有乐趣的比赛也是不错的。不过确实啊，貌似胜负还是捏在 F 九幺手里，对，是吧？所以他也玩得起，只能这么说了吧。非常可惜，罗纳没有晋级到我们的八强，也比较可惜，我们的人组又少了一位悍将。那么 F 九幺就很有可能代表我们中国去迎战日本东瀛武士。那如果他要赢了东瀛武士，是不是就掉线下了？没有，赢了东瀛武士是八强啊，就说在十六强跟八强之间还要有东瀛武士的一次挑战。嗯，一共有几个东瀛武士？四个啊、哦，有四个。所以到时候应该会非常的精彩，应该是下周吧，也就下周的一二三，我们就会进行这个东瀛武士的挑战。下周一二三四啊，其实没错的话，好像是下周，对，应该是下周。所以请大家密切关注我们的英伟达2012游戏群英会，不要忘记4月29号到30号，我们上海的正大广场会进行线下总决赛，到时候也会有世界列强来到我们线下跟我们的观众一起来互动。感觉印象当中貌似那些韩国大牌们有到过中国吗？有吧，没 MC 来过。莫 MC Stars of War 你也在啊、哦、对，那是很久远以前、很久远以前，那是我刚打职业的时候。对，现在好像确实韩国大牌，你说欧美经常走对吧、就是中国来的比较少。是，那这次我们这个因为大游戏群运会线下，我们会看到一位顶级的大牌，到时候大家可以超顶尖去现场一睹他的风采。好的，那么我们先这个感谢观众啊，我们来进行今天晚上的一个抽奖，一共抽六个奖。第一个奖品是我们魔蝎的金甲虫鼠标啊，金甲虫二鼠标一个，我们先揉一个。熔炼炉，揉完之后是五张线下总决赛的门票，我们看一下今天多少楼啊。最后一场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也是比较看起来也要有乐趣，对，也是吊起了观众观赏性蛮强，那个回帖的积极性啊，1636，三十六，来，好了，恭喜这位1173楼的观众，你可以获得魔蝎的金甲虫二鼠标一只。接下去是我们的五张门票，好，869。你得到门票，你就可以近距离围观龙哥，感受气场。我可以带跟着龙哥走，吃肉喝啤酒。第二位，哇，1117。哎，龙哥，现在小龙虾，哎，对，上市了。哎，小龙虾上市了。上市了？不、哎、不是，这没关系。哎、问题是那次咱们打赌。什么赌什么？我这能两四斤小龙虾，两份大盘鸡啊。记性不太好，记性不太好。嗯。第三位啊，1184了。第四位，841了。嗯，最后一位，来，1204楼，恭喜以上六位观众，又欣赏到精彩的比赛，就又得到了欢乐的回报，气氛还可以拿到奖品，对，何乐不为呢？好的，再次感谢所有观众今天晚上对我们的一个关注。那么明天和后天晚上，同样是英伟达游戏群会16进8的另外的两天的比赛，这周应该会全部进行完，打出这个最终的一个八强，应该说准八强吧，因为还要打日本东瀛武士嘛。对，下周会最终有一个胜负，那么再下周应该是一个休息，再下周就是我们4月29号的线下总决赛。好，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游戏群英会。嗯，好的，那么接下去我们去找司机姐。哎，走，阿龙是女仆啊 ，ML.PL.SN， 观众可以一起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好的，那么。
节目暂告一段落，拜拜，拜拜。